好，我们现在开始开会。我们今天邀请各位出席原住民族促进转型正义第一场公听会。因为院会交付本会审查之法案，有委员廖国栋等27人领具的促进转型正义外来政权统治原住民族时期原住民受损权利回复及补偿条例草案。亲民党党团领具的原住民族历史正义及尊严恢复条例草案，委员陈莹等17人领具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委员郑天才等23人领具的促进转型正义恢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土地条例草案，以及时代力量党团领具的历史正义与权利回复法草案等5案，本会分别于5月26日星期四、6月27日星期一及6月29日星期三举行本会期第27次、第36次及第37次会议审查上述法案，所以本会于6月22日星期三召开本会及第35次会议，以完成民进党党团所领具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之审查。然因该法案并没有将原住民族纳入，而原住民族转型正义之涵盖事项为何，仍有不同看法，所以在审查过程中，有委员提议应该开公听会，听取专家学者及各界之多元意见，以使法案在未来审查时能够凝聚共识，让法案顺利通过。本席乐意听见不同的声音，期待各位学者专家团体代表以及有关机关代表发表更多的意见，以求集思广益，让不同的看法透过公听会充分发言，供委员制定法案之参考，以利审查更加周延。在会议进行前，我仅代表本会对于各位的热心参与表示由衷的谢意。我们首先来介绍出席的专家学者以及在场的委员，列席的政府机关代表。向各位介绍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黄居正教授，谢谢你。政治大学台湾史研究所戴宝春教授，欢迎你。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林毅仁教授，欢迎您。东华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洪清一教授，欢迎您。文化大学国家发展与中国大陆研究所刘信仁教授，欢迎您。台东大学生命科学系刘炯熙教授，欢迎您，谢谢。我们在座委员，我们也看到我们廖国栋委员在现场，还有许玉仁委员也在现场，尤美女委员也到了现场。机关有没有？没有，机关不用。好，我们与会的相关的机关代表人也如下哈，跟大家介绍：行政院内政内政部卫福劳动处处长苏永富苏处长。监察院内政及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秘书周万顺周主任秘书，原住民族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王瑞莹王处长，总统府法规委员会主任委员郭淑珍郭主任委员，内政部地震司专门委员陈杰忠陈专门委员，内政部地震司专门委员罗素娟罗专门委员。民政司，对不起，民政司专门委员罗素娟罗专门委员，谢谢，欢迎你。国防部军备局工程营产处
专门委员李丰彦，李专门委员，谢谢。财政部国库署副组长张义兴，张副组长。经济部国营事业委员会副组长蔡淑娟，蔡副组长。经济部水利署检任正工程师李朝进，李工程师，谢谢。经济部台湾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邱友进，邱副总。法务部法制司科长王金英，王科长，谢谢。教育部综合规划司专门委员傅伟伟，副专门委员。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专门委员许三荣，许专门委员。教育部国家教育研究院主任杨国阳，杨主任。文化部综合规划司专门委员李世民，李专门委员，谢谢。文化部文化资产局组长林满元，林组长。客家委员会参事尤进忠，尤参事。国军退出一官兵辅导委员会事业管理处专门委员张小珍，张专门委员。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林务局组长黄丽萍，黄组长。司法院民事厅法官陈杰正，陈法官。国家发展委员会社会发展处专门委员张富林，张专门委员。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档案征集组副组长许长世，许副组长。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组长蔡怡怡，蔡组长。国家人权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王信惠，王副主任。国史馆副馆长何志林，何副馆长，欢迎你。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处检任视察陈雅玲，陈视察。全序部法规司检任视察黄慧琴，黄视察，欢迎你。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专门委员陈信敏，陈专门委员，谢谢。卫生福利部社会及家庭署副组长庄金珠，庄副组长，欢迎你。财团法人228事件纪念基金会执行长廖继斌，廖执行长，欢迎你。补充介绍，李训民顾问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训民顾问，欢迎你，谢谢。有，好。请宣读公听会讨论提纲。讨论提纲一，有关原住民转型正义应当独立法，亦或纳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一并规范。二，原住民转型正义应涵盖哪些事项？其适用期间又应如何规范？及至哪一时期起算迄今？台湾光复、日据时期、清朝统治、明政时期，亦或荷兰、西班牙统治时期？三，推动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应否设置专责独立机关？此独立机关应隶属哪一宪法权力？总统、行政、立法或监察？倘造成法规冲突或机关职权争议，又应如何解决？例如与原住民族委员会职权有无冲突？四，对于原住民族权利受损之填补，除回复原有权利及状态外，究应采赔偿亦或补偿？宣读完毕。在邀请各位发言之前，有几点说明。第一，请学者专家及相关团体代表先发言，发言顺序依签到的先后次序，如需提前发言，请先告知主席台，我们会予以调整。本院委员按照登记先后发言，如陆续到场，本席会穿插请委员发言，最后再请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针对学者专家及本会的委员的意见加以回应。每位学者专家以及本会的委员发言时间是十分钟，请各位尽量控制时间。如果还有时间，我们会再进行第二轮发言。那因为本会
的委员，今天各委员会都在开会，所以刚刚廖国栋委员有提出希望可以先发言，请容我就先给他发言，因为今天我们各委员会也都在开会。那首先请廖国栋委员。主席，各位受邀的各位教授，本院游民委员育人委员各机关的代表，我首先要代表全体的原住民来向今天受邀的各位教授呢表达最高的一个敬意啊。有一些路途遥远，像台东的刘炯熙教授还是亲自前来来对这个议题呢来表达一些看法哈，我要谢谢。那很多的委员都非常关心这个议题，等一下陆陆续续呢他们也会到线上来。首先我要特别向各位教授请求的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促转条例啊，原先执政党所提的并没有涵盖到原住民的相关的部分。虽然我们蔡英文总统很早就说要在总统府底下成立真相和解委员会但是当立法进度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原住民这一块真正要被转型正义面对的议题的这个部分呢并没有同时来提出所以我们几位原住民的委员呢也很快的及时的把我们认为应该要处理的原住民的部分呢就在各位手上都看到了好几个这个相对的条文，包括时代力量跟亲民党本席的，还有陈颖委员的，还有郑天才委员的这个相关提案。因为这个各有各的这个角度在看这个转型正义这件事情，所以各位看到的题目我们的提案的这个标题是非常长的甚至有不同形态的这个提案的方式。但是刚刚我们主秘已经编审已经念过，今天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在我们第一次的审查会之后呢意见也非常的分歧。分歧在哪里呢？第一个，到底这个原住民转型正义呢是要单独立法，它是单单的一个立法，还是要涵盖在整个促转条例转型正义的这个大法里面当时我们有很多的争论，那各有立场，各有说法我们希望我们教授能够给我们一些另外一种看法来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不要喊的是转型正义，结果是一个不正义的一个结果另外呢，五个条文五个这个提案里面总共有五个这个时期的说法，比如说有的人希望是从台湾有记录以来可能是这个西班牙，可能是荷兰，那个时候开始有正式有记录以来，都算要面对的一个转型正义的时期，或者是我们只针对某个时段来进行讨论，时段到底要怎么样定才是一个公平的，才是一个正义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原住民其实真正我个人的提案虽然涵盖了所有的过去的历史段落但是我们真正要提的其实是近期大概从日本时代到中华民国到台湾这段时间原住民的土地的流失，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议题而且呢，这个因为从日据时期到中华民国政府来台湾可以说原住民的土地的流失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完全依据行政命令在日本时代是一个行政命令，那么到了中华民国来台湾接收的时候，也直接承接了那个日本时代的命令，把所有原住民的土地从官有林野变成国有林地这是我们很清楚看到而且最能够面对的议题应该是这个。那还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关于到底要在总统府底下设置所谓的真相和解，或者是历史转型正义，或者是在行政院成立一个促转会，甚至在监察院成立
或者是在单单在立法院有这样的一个法，然后分别由各部会依据法令来进行，都是可以讨论的一个议题哈。那么议题相当的广泛，一个人讲十分钟，我知道你们会时间不够，我们就尽量简短的把这样的一个请求，把这样的一个新的想法呢，拜托大家本于这个你们作为一个学者的一个高度你们可以谈到非常广的广度跟深度，这个地方是我们非常期待的。我最后要再一次的强调一句话，国家应该要非常谦卑的来面对原住民的过去所遭受的不公不义的一个历史哈。那么这个国家当然是讲政府当然是讲政府，那我们立法院呢一定会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则，来把这个原住民转型正义这个部分的立法工作，希望做到尽善尽美啊！谢谢大家。谢谢廖国栋委员，谢谢。现在我们就请专家学者发言，我们按照签到的顺序邀请专家学者发言。首先请东华大学特殊教育学系洪清一教授发言，谢谢。发言时间都是十分钟，这个到最后一分钟都会响铃提示。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教授、各位长官、司长，大家早安。OK， 好。本人主张一，单独立法；第二，涵盖的事项应包括部落主权、土地权、森林权、渔获权、传统领域权、自治权、自然权以及教育权、语言权、文化权，当然包括物质跟非物质文化。另外一个是传播媒体权，然后第三个是试用期间应该是即说即往，第四应设立专责独立机关，除恢复原有的权利与状态的话，应就责赔偿以及补偿。那以下讨论的意见，第一个有关第一个讨论一，主张单独立法原住民族转型正义，主要的立论第一是原住民主权以及第一民族论。那主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对公民以及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利，它是永恒、非授予的、不可以转让的、不受法律的拘束的权利。主权的主要的特征在不经上级、同级或下级的同意。更重要的是，现代国际法原则上已经承认原住民族的主权，占领的标的必须是无主领土。一个原住民族或有社会以及政治组织的人民所居住的土地，并不属于无主的性质。那根据原住民族的主权或是第一民族论，也有各种不同的法律的依据。第一，国际法，比如说第一个经济社会文化权的国际公约；第二个，联合国原住民族的权利宣言。那我国内法也规范了，比如说宪法里面，或者说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都有规范。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很重要的立论基础就是文化的差异，就好像我们廖委员是阿美族，那我是撒奇莱族，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太一样，那时候产生的一种所谓的理念价值跟需求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根据这样一种所谓的文化的差异来定这样一种所谓的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就是多元文化主义。那多元文化主义非常强调是什么？就是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差异性，以及肯认少数民族的历史的文化的差异，破除那个所谓的相同性，倡导那个差异性，多元文化族群差异。更重要是强调人道主义、人权平等的公民权，这个是第三个立论的基础。那第四更重要的立论基础是主题性，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文化的主体性，还有公共性。那现在不要以这个大公共性来涵盖那个原住民族的公共性，因为原住民族是小的一个公共性，所以更应该注重 focus 在这个所谓的原住民的公共性。那关于第二个讨论的议题，那后学清一主张就是要涵盖面，就是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六种的所谓的权利。那在我的第七页那地方也谈到了美国以及一直到加拿大这个五个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一种所谓的转型正义，
他们不仅仅有立法，而且是在在这个主要的属性这一方面也提供也保障了蛮多的主权，但是都是有限的主权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转型正义。那第二个适用的期间，我主张候选人主张是即说即往。那当关于第三个的讨论提案是应设立的独立的超然的独立机关，因为转型正义就如文献里面谈到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真相、追求正义以及渴望和解这样一种面向来，所以转型正义的意义层面非常的广，应包括宪法、司法、历史补偿以及行政等多重的面向。更重要的是，希望确保过去的恶行不再发生，所以应设置专职独立的机关。那讨论第四个有关对于原住民族权利受损的补偿，除恢复原有的权利以及状态之外，应采取赔偿或补偿。那候选人比较采取三合一的模式，就是赔偿、补偿以及矫正都应该包括在里面。那为什么呢？如果从动机论的观点来讲的话，转型正义涉及特定时空脉络中的社会转型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要超越过去，展开新局的前提之下，要求国家对此进行相应的矫正补偿的过程。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线性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那刚才我们当然廖委员提到说是在某一种时段里面来切割，那如果从学理的观点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一个过程，或所谓一个过程。那第二个很重要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从这个刚才提到那个所谓的动机，或者说是故意，或者说我们也根据民法的一种规定来提供来建议这个所谓的赔偿。那更重要是什么？就是根据转型正义的果国记忆中心，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是为了回应系统化。这里所说的系统化，就是我们原住民族就是因为社会结构的不正义，而导致从比如说400年前一直到目前所产生的各种不同的一种伤害，或者说是更难以补回或者是挽回的一种所谓的社会的正义。所以这里提到一个所谓的转型正义的国际中心，它就是主张是什么？就是转型正义是一个过程，是指回应系统化以及广泛的违反人性人权作为时所采取的一切的方式。所以在这里所提的一切的方式，当然提到是什么，就是不管是人道或者说金钱，或者说是用什么方式来补偿，那这个都是所谓的一切的方式，甚至说一切的手段的制度。那当然就是制度包括我们所说的就是要单独设立这个所谓的机关，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机制。所以这些的程序跟机制是可以是法性质的，也可以是非司法性质的，其中包括那当然比较严重就是起诉，那接下来就是真相的调查，或者说机构的改革，或者说人事的进化。所以基本上对于讨论式的这样的一种赔偿或者补偿，候选人比较主张就是矫正，然后补偿，然后赔偿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然而总而言之是什么？就是候选人主张是什么？就是单独立法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草案，或者是什么东西来。那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独立机关一定是要超然，而且是要独立的，那也可能最高在一个所谓的总统府底下设立一个所谓的特别委员会或者说什么东西来。那这样的话就有所谓的比如说现在中研院它就是隶属于这个总统府，所以这样的不受这个立法也不受这个所谓的中央机关的这样的一种牵制制止宰制，而导致后续的一种所谓的程序上或者说事务上的一种纠葛。那更重要是什么？当然调查真相是很重要，甚至说要促进成立这个所谓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是除了弥补矫正或者说赔偿之外，更重要一个重要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从此就大家都是一家人，大家都是你侬我侬，大家都是族群共荣，不再从此以后大家都是同一个条船，产生这个所谓的族群融合的这样一种所谓的我们这里提到这个所谓的人事进化、人心进化这样一种所谓的境界来。以下是候选人提供的一些简介，请指正，谢谢。谢谢。
感谢洪清义教授。补充介绍，到场的专家学者，政治大学原住民族研究中心林修策教授，欢迎您。东华大学民族事务与发展学系施正峰教授，欢迎您，谢谢施教授。台湾原住民族语言发展协会颇鸿明理事长，欢迎您，谢谢。还有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谢若兰教授，欢迎您，谢谢。那也补充介绍我们来到现场的本会的委员，包括我们顾立雄委员、蔡毅宇委员，还有我们的郑天才委员也到场，好，谢谢。接下来我们就邀请刘姓仁教授发言，谢谢。主席，在场的委员还有在场的学术先进，大家好。那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参与这次的这个座谈会啊。那我首先我先讲结论的部分，一个忽略原住民转型正义的一个参与啊，在促转条例的是一个有瑕疵啊，一个不完整、有缺陷、不周延的这样的一个立法啊。因为其实这个促转条例它本身的它的初衷是好的，可是呢，因为独纳了这个原住民族，所以呢它存在了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是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同样的重要。第二个呢，原住民的参与它有合法跟正当性的基础，它也彰显了文化多元主义跟台湾民主的价值。第三个呢，一个缺乏这个原民史观的这样的一个促转条例呢，是基本上是采取一种汉人的这样的一个史观，而忽略了少数民族的看法。那最重要的一个是这个促转条例这个即使最后在这个总统府下设立了这个征调会，他最后还是要必须回到整个行政院这样的一个架构下面，等于说你绕了一圈，最后还是回到一个原点。那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非常重大的，怎么样能够在正义、平衡跟和解中，然后求取一个平等，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未来在整个立法的过程中要思考的。除了参考其他国家的一些经验跟相关的一些规范之外呢，中国大陆它有特别的一个民族自治区的设置，我觉得它的有一些想法，不管是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我们也都可以来参纳。因为中国大陆的民族是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它的这种有关于对于民族之间的歧视，包括民族文化之间的保护，我觉得有些也可以值得参考。那一个就是原住民不应该是在这一次的这个促转条例中缺席而成为一个配角。其实原住民在台湾的整个的这个人口的结构中也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啊。那针对这个促转条例中的有一些规范啊，原住民转型正义，它应该要涵盖哪些的事项啊？然后，而且它从起算的适用的时间，从哪一个时间啊来算？我觉得这都是未来可以讨论的。另外，是不是要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如果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最后未来跟促转会之间，还有各个跟这个行政立法，它跟权力分立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大家也要思考啊。另外一个就是，如果造成了这个原住民族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对于它到底是怎么样回复、怎么样补偿啊？我觉得这个未来的这个处理啊，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原住民所面对的问题跟促转条例里面中国国民党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有些是一样的，包括在真相调查、在证据调查、在整个的程序，还有怎么样回复、怎么样赔偿、怎么样补偿这个过程中同样的问题。那今天如果有把政党列入，是不是应该要把原住民族也列入，同样纳入促转条例的规范里面，这样子才能够真正保障原住民族啊？毕竟原住民族它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另外一个对原住民族来讲呢，其实我们可以它所衍生出刚才洪老师有提到，就是它衍生出一些其他的权利，也应该要相关对原住民的，包括他的这个姓氏、他的土地等等等，我觉得也都应该要一并的一个规范啊。总的来讲，就现实的情况来讲，现在各个委员团体提出了不同的版本，那这些版本需要一个时间来折中，需要一个充分的讨论，需要一个开放的一个环境来沟通。所以，如果今天就贸然的、轻率的促转条例中就缺乏了这个原住民这个部分，我觉得未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要花更多的心力来
弥补这个漏洞。我觉得在立法的这个过程上面来讲呢，可能也会造成一些成本的浪费。那另外它也存在的在促转条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权利分立啊、空白授权啊这些其他的问题存在啊。总的来讲呢，原住民他是台湾的主角，应该是应该不是一个配角、啊、所以他应该是在促转条例中不是简简单单空空泛泛的规范，而是应该真正具体啊实质的啊落实一些有关于这个原住民族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规定。那另外呢，这个原来这个促转条例中啊，原来强调的是对于这个是开放性的啊，不是针对特定的政党。可是你现在所呈现出来的促转条例的版本，就是针对啊这个很明显的就是针对这些党产的这个政党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正好会落入了这个外界批评这样的一个窠臼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把原住民族纳入，而且一个促转条例应该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圆满的，是一个周延的啊，是一个没有争议最小的这样的一个促转条例，不要因为人事实地物而造成了一个排除啊原住民的参与啊。那因为如果今天的这个促转条例只是针对个案性的，只是针对特定性的啊，具有政治性的，那这样子的话的促转条例是没有办法令台湾所有人是心服，也没有办法在国际或者是在两岸之间的论述上面来讲说，我们台湾真正走向了啊，在这个促转条例真正走向了转型正义，在真相、在正义、在和解的过程中，我们找寻了一个真正的一个平等，来彰显我们台湾的民主啊。所以，简单的来讲说，我们知道政治与社会的转型啊，一旦跳脱这个民主，其实讲到民主最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参与啊。所以所有的这个不这个促转条例不只是原住民族，我觉得更应该要来思考一下，是不是有其他相关还有漏裂的部分，一次啊毕其功于一役，把所有的都规范在这个促转条例中啊。那如果只是匆忙草率的啊，然后遗漏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觉得未来真的会花非常大的功夫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遗憾啊，跟缺漏啊。那另外在立法的技术方面来讲呢，然后因为有这个促转条例中其实有一些啊不确定的一些法律概念存在啊，我希望未来在对于原住民参与这个部分呢，也尽量能够把它明确化啊，能够减少一种所谓的空白授权，或者是啊在透过一些违反了一些在组织方面来讲啊，在规范方面来讲违反了一些权力分立，或者是这些所谓法律保留这样相关的一个事项啊。总的来说呢，总的结论啊，我们希望啊，对原住民族这个转型正义呢，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能够落实，能够纳入到促转条例当中。大家可以不要急，不要慌，时间大家还有充分讨论沟通的时间啊。因为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过得太急速的话呢，可能未来我们会造成更多的一个缺漏啊，这个会造成社会很大的争议。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天啊促转条例没有纳入原住民族，那原住民族走上街头，那这个对我们的社会成本，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整个安定，对于台湾的这个团结，我觉得都是相当不利的。所以期待啊，各位委员能够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能够多多的思考，能够考量到其他国家对于这样子所谓的原住民族啊这个转型正义，它是怎么样来处理的啊，它是怎么样来规范的啊。那我觉得一个完整、一个周延啊，一个具有可长可久的这样的一个转型正义啊，才不会落入外界批评说这个促转条例是专门针对啊特定政党啊的时间一种政治清算性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毕竟转型正义它其实不只是政治性，它应该涵盖的各个面向啊。所以如果说能够纳入原住民族，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部分，因为原住民其实在台湾的社会呢，它确实是需要有很多很多的是长久以来被我们的汉人史观被我们长期所忽略掉。啊、所以希望各位的这个立委诸公，未来各位学者专家，大家能够在这个未来这样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之中啊，特别是在整个的思考啊，在一些价值性的思考上面呢，能够更加能够彰显台湾的民主啊。那可惜的是，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啊，就在台湾这种所谓的非你即我这样二元对立式的思维中呢，可能在这一次这个促转条例中就活生生的就被牺牲掉了。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啊非常的大的一个遗憾啊，因为促转条例如果本身是好的，希望它好还要更好，希望它能够更完整、更严谨、更周全啊，能够保障的更完整，不要到时候缺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部分，到时候再来补救，我觉得到时候对于社会的伤害就已经造成了啊。简单的，我的报告到这边，谢谢大家。感谢刘姓仁教授哈。接着我们请先补充介绍哈，另外。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李隼成研究员也到场，欢迎你哈。好，接着我们请
戴宝春教授发言。主席，还有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早安。这个因为我从前天晚上才回国，所以临时接到我们委员会的邀请，我没有办法准备充分的资料，只能够就我对台湾史研究教学跟台湾社会的关心，对这几个提纲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供大家来参考。我在讲台湾历史跟原住民的问题的时候，常常用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所谓原住民是原来住在这里台湾的人民的这个原。第二个是台湾是一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所以原住民更充分的彰显了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的那个原的概念。第三个原是溯源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台湾人的构成跟台湾文化，我们事实上现在还是相当程度的把原住民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而没有把原住民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所有的文化也是我们台湾文化的源头的这个概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底下，针对这几个要点，我觉得关于第一个原住民转型正义要单独立法或是纳入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因为我本身并不是法学有什么样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尝试，我是站在一个比较容纳性的，就是说因为也像刚刚的委员那个教授所讲的，也许我们不要那么样的去局促，因为如果单独立法是有它的特殊性，可是特殊性某种程度也会有排他性。我一直很希望是说我们会建立一个我们的原住民的概念，而不是一直在台湾只要讲到原住民的就是特殊化啊、排他性，然后变成 the others， 这样做了半天我们还是会是单独只是处理原住民，而不是把它放在整个总体台湾的。所以我是比较包容性的，希望把这个原住民转型这些东西放入目前暂定所谓的促转条例当中。但是我看了一下民进党的版本里面，针对原住民确实提得太少，因为好像只有在第八条里面有针对一下原住民哦，反正是实力的这个政党后面还讲到比较多，甚至对原住民的定义都还比较清楚。如果各位没有仔细看的话，刚刚像黄教授讲说他是 Sakizaya， 有人还想说到底他是哪一族。所以我想我是站在这样一个观念，因为一方面也是现实性的考虑，因为大家了解我们现在不管是怎样政府的部门总是希望要简化，如果有一个比较透过这一次的讨论这样的议题，然后成立一个比较专属一个单位，就不会变成一大堆。因为民众有时候会觉得政府怎么这个会那个会一大堆，甚至他们也是没有办法取得一个很重要的说到底政府在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我第一个提纲里面所讲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整合性的看法。第二个关于原住民转型里面要谈到的事项以及适用的阶段，我也觉得应该要有比较大的一个历史的视野，这个范围其实可以包括经济权，包括所谓生态环境以及生业的权利，还有这个社会权。譬如说我们现在宪改里面当中已经原住民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权这一类的，然后文化权有形文化无形文化这些都要涵盖在内。那常常会谈到时间怎么样，如果我们又直接以促转条例来讲的话，可能是1945甚至1949之后，但是这样一个条例没有办法涵盖到台湾原住民部落社会跟外来一个所谓国家机制，从荷兰西班牙殖民到清帝国到日本殖民时代到中华民国政府时期，事实上没有办法涵盖。譬如我讲一个例子，我们一直在谈经济领域的问题，那事实上其实它是一个历史的累积，从清代的所谓的藩地到日本时代加上草制的藩地，一直到我们战后的山地保留地。好，社会的问题如果我们只去关注到1945或1949，大家我想很自然现在很重要的议题就是平埔族的族群互证，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机会里面去处理。好，这个是我举一个例子。或者说文化权、教育权，甚至他们文化的尊严，现在很多原住民族也提出他们不只是恢复他们的名字的问题，包括地名权。我现在也在很关心转型正义当中的地名的问题，因为我为我的家乡、为我自己的传统的一个命名，这是我天赋的人权。为什么我们在这样一个从日本时代到战后整个剥夺了这样的权利？所以它的范围其实是
比较广泛的，所以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应该它的时间要想上溯，但是这个上溯当然有它的一个困难。我们如果站在比较法的观点，可能要到日本统治时代才比较有这些明确的法的条文跟证据，所以我们可能不是非常直接具体的切在什么时间。但是如果没有把时间能够往上溯，又违背了我一开始所讲的所谓原著多元跟溯源的概念。这个是关于第二个我所讲的一个看法。第三个，是不是要设立一个专责的机构？我也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单独的机构，而且我也觉得应该是要属于总统府，因为我们知道蔡英文总统自己在那政见当中也提出，事实上应该也在准备八月一号要对原住民有一个宣誓性的，可能是表达道歉，或者是站在一个国家啊这个领导者的这个地位，对台湾原住民所过去遭遇到经济社会文化上面所不公不义的对待，他有一些表达，所以他有这样的宣誓性。那我们又是总统直选，虽然即使现在我们还有时候道理说是内阁制总统制，好像还在争议不断，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他是全民所选的总统，他就是代表等于这个国家的象征性的人物，就像当年李登辉总统代表这个政府向228的事件道歉，也有同样的意义，所以我认为应该放在一个总统的位阶。那至于可能会法规的冲突跟职权正义，我想我们逐渐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民主这个法治的制度应该会逐渐的会建立好一个协商的机制，这个倒不是我的专业，我想在座有非常多的法界专家应该有这样一些观点。那对于原住民的权利受损恢复及状态应该赔偿或补偿，这个当然赔偿补偿也是牵涉到法律的名词，所以我某种程度是站在一个比较整合性的，可能可以涵盖到刚刚洪教授所提的一个恢复或者是补偿或者是赔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像讲到赔偿，这个过去228事件的这个基金会开始是用补偿，但是几乎等于补偿完的时候，最后再把条文修成赔偿。那我在担任戒严时期不当审判及毁谍叛乱的那个基金会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补偿基金会，因为他有时候是需要一些非法定的这些证据来补足他们在白色恐怖所受到的一些这些冤屈，所以他是用补偿的。那因为我的观点是应该把原住民的所谓转型正义或是历史正义跟权利恢复是要往上溯，那很显然的在比较早期的阶段，我们可能有时候不容易提出一个具有非常法律性的一些证据条文的时候，可能用一种比较有包容性的，有一些是恢复的。那如果是非常近代的，可能用可以完成法的规范的时候呢，那也许是我们用一个赔偿，用这样来处理。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哈，总是用一个比较长远的众生的观念，那也许有时候表达上会觉得说啊，这个戴教授好像自己没立场，都把它综合起来。但我是也是希望说，我们借了这一个机会，我们有不同的这个政党、不同的这学者专家，甚至我们非常多的族群的代表，透过这一个机会。可能希望在一个民主化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有某种程度可以毕其一功来处理这个过去长期以来一直没办法处理的问题。我想我这个因为没有时间准备的资料，刚好也很快的看了一下洪教授的整理的时间阶段，我想也可以提供给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像这个加拿大是一个新的国家，但是他们把这时间回溯到1763年，我觉得台湾原住民问题跟后来这个国家机制问题，其实跟纽澳美加非常的相似。好，这个美国一样也是荷兰到了那边，那个加拿大也是一样，纽西兰、澳洲都很类似。那1763年跟台湾清帝国跟原住民关系也很接近，因为1790年代就是原住民被纳入番屯。那纽西兰1835年跟美国1887年，刚好就是台湾19世纪所谓原汉接触最频繁，也是血泪斑斑的那个阶段性。所以，如果我们把有一些条文跟历史放在世界的脉络，我想我们这些观点都可能有一些更高的一个层次来思考整个这个原住民转型正义的问题。以上粗浅的意见供大家参考，谢谢。非常谢谢戴教授。接下来我们先邀请郑天才委员发言。
再一次跟大家各位学者抱歉，因为我们今天各委员会都在开会，所以很多委员都要到其他委员会发言，请郑委员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专家学者，非常谢谢各位专家学者今天能够到司法法制委员会来做你们最专业的一个报告哈。转型正义如果没有原住民族就是不正义哈。蔡英文这个在去年蔡总统在去年8月1号特别就原住民族政策特别提到，唯有正视历史伤痛才能带来真正的和解以转型正义。之所以会提这个部分，最主要考量到因为立法院有的委员认为原住民族是历史争议，不是转型争议所以特别让大家知道蔡总统就认为是这个转型争议那105年5月26号行政院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一个报告说，要在总统府之下设置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处理原住民族的转型争议所以也提到是转型争议，当然他提的是真相以和解难道原住民族的真相还不够清楚吗？其实是历史记录斑斑然后行政院今天7月6号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报告，今天呢已经改口了在总统府设置，直接就是设置原住民族转型正义委员会改口了但是他是用设置要点那设置要点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没有法律的依据，那就是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立法立法让总统府的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有法律的基础，能够更有力量当然也要看宪法是不是有违宪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把这些实质的行政权交给总统总统府是不是也有违宪的问题这个也必须做考量，所以到底要放在哪里今天有5个版本原住民族跟转型正义有关的有5个版本，这个4个就是类似民进党的版本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属于这个框架式的一个立法本席所提出来的它是一个实质的为了调查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土地来制定可操作可以马上执行的一个专法那这个为什么本席会提这个原住民族促进回复原住民族传统领域的回复条例最主要就是说法律原住民族基本法法律已经明定要设置土地调查委员会，这是原基法第20条第2项写得清清楚楚，政府为办理原住民族土地之调查及处理应设置原住民族土地调查处理委员会，其组织还相关事务，相关事务是什么？要怎么调查，调查之后要怎么处理，相关事务要另以法律定之实际上这是一个法律的明定那本席所提的这个土地调查处理委员会是放在监察院，放在监察院这个设一个土调会，因为放在行政院行政院的部分有它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要放在监察院？它的理由第一个，监察院是一个准司法机关，农委会这些土地管理机关、国产署等土地管理机关到监察院是接受调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监察院所做的调查结果，就是监察院之下所成立的土地调查委员会他所调查的比较有公正及公信力。那另外土地调查委员会这个如果放在行政院的话，行政院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一定是有林务局的代表，有国产署的代表，有国防部的代表有相关部会的代表，最起码要5个以上。那这样这个一个土调会的委员就有5个以上的这个土地管理机关，你说他调查一定会受到很多的严重的影响那土调会设在监察院的其他理由，就是说像我们前任的监察委员黄雄就曾经针对所谓的不当党产做过调查，也完成了调查大家也都没有说违宪
那传统领域土地调查的办理流程哈、啊，来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土调会，啊，可以自行调查，也可以接受原住民族或者是部落提出申请来受理调查。调查之后要制作这个调查的报告，报告书来公告。公告期间，土地管理机关怎么样可以提出异议？啊，土地管理机关可以提出异议。提出异议之后，这个土地调查委员会再审议，审议之后，啊，就公告，啊，确实的，如果该登记的就该赔偿就赔偿。啊，接下来，土地管理机关呢、啊，啊，像因为毕竟原住民族的土地很清楚，从日令26号令，一直到台湾省政府时代，啊，非常清楚，所以这些土地为什么会变成国有，为什么会变成公营事业机构，必须由土地管理机关或是土地管理机构来证明。你可以证明说你是买的，你是征收的，啊，或是你是依正当程序取得的，当然就不必成为原住民族的传统礼仪。如果没有办法证明，就视为未经正当程序，就应该返还给原住民族或原住民族的部落。啊，这个是有关这个土调会相关的这些，那这土调会完成调查，然后也完成报告书之后，这些就要移送给行政院，就交给行政院不再做审查了，就直接交给原民会，啊，去办理登记或是回复或者是赔偿的这些相关的工作。那我们看了这个，不管是行政原民会的报告，或者是行政院的报告。都一直强调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法，也就是所谓的土海法，他认为有土海法就可以了。事实上，土海法是依据原基法第20条的第三项，啊，土海法法律的依据不同。土调会土地调查的一个法条例啊，是依原基法第20条的第二项法律的依据不同，而土海法。它便宜形式，现在行政院的土海法的草案便宜形式要把它并入到土海法，而且它是在第11条里面规定，啊，第11条里面规定它要有办法，要有法规命令的位阶，这样的位阶是太低了，而且是有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条第二项要以法律来定定土调会跟调查相关的这些原住民族的传统礼仪。啊，所以在这边特别，跟大家做一个报告，今天的5个法案，4个是框架式的立法，类似民进党团在司法法制委员会已经通过的促转条例，所以原住民族的促转条例4个框架立法，希望能够审查成为一个法，然后至于本席所提的，就类似于什么，类似于民进党团在内政委员会也提了一个不当党产条例，在内政委员会也审查通过了，也出委员会了，就是类似这种，啊，所以这两个可以并行不悖，啊，在这边也跟所有的专家学者，还有我们本院的委员来做一个报告，非常谢谢今天我们很多的专家学者，当然更要谢谢我们召集委员林维洲能够很快的来安排，希望。我们非常非常的拜托下礼拜的召集委员段宜康召委也能够赶快安排来审查，以上谢谢。谢谢郑委员补充介绍，已经到现场的我们本院的委员林长佐委员，哦，刚刚有来，好，现在离开，还有高金素梅委员也到场，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黄居正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研究原住民相关议题的先进，大家早安。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机会呢，来就这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的议题，那提出几点个人看法。那我这个看法呢，大概最主要是针对目前在坊间
对于这种推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观点的疑义啊，哦，来提出几个澄清。那这个澄清呢，是建构在推动原住民转型正义，特别是立法制度呢，它的必要性，哦，另外呢，它的合法正当性，还有它的现实性，这三个要点来去加以说明。那透过这些要点说明，也可以确立推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立法，绝不是要刻意拿来阻挡那么一般的促进转型正义那些没有所谓没有涵盖原住民相关的立法，哦，所以这是所谓的并行并存，哦，那共益共荣的一个推动政策，哦，所以我们并没有要刻意的来批评或是阻挡那么现有的转型正义的这个立法制度。好，那首先当然就是就这个推动转型正义的它的几个疑义，第一个就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被鼓吹说历史正义跟转型正义二者是不一样的，哦，那其实我想不管是在民进党的版本或者说其他的版本，对转型正义的定义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它就是以现在的正义观来扭转过去的时空，然后呢重新评价这个时空里面所确立的价值和秩序，哦，那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中呢，来纠正过去的不法和过去的恶。那要纠正过去的恶，它是一个总体成本考量，哦，它所纠正的时间长度啦，纠正的对象，它所要呈现的效果，都是一个总体性成本考量。所以没有因为说它纠正的时间长短或是对象的差异，把它区隔成为所谓历史争议或是转型争议。我们在学理上，在比较制度上都没有发现这样子的区分，哦，那当然有人说因为转型正义的这个原住民转型正义的成本太高，过于复杂，耗时太久，没有效益，哦，所以呢它应该被归类成为历史正义，这个说法当然也不正确，哦，为什么呢？因为转型正义里面的成本涵盖了情感上、政治上、财政上的成本，绝对不会说因为某个单一成本就认为这样子一个转型正义的成本太高，哦，那转型正义成本本来就高，转型正义要调查、要揭露、要回复特定权利、要剥夺既得权利，哦，一定会引发很大的反抗，哦，那所以这个转型正义的成本是不能量化的，这样子不能量化的成本如何进行比较呢？哦，所以不能说因为推动原住民转型正义的成本高，所以就认为说它是属于所谓历史正义。那么从转型正义的类型来说，各个国家比较制度也没有说一定是要在威权时期或是去纳粹化或是去白色恐怖才叫转型正义啊，哦，那各个国家本来就是按照他自己本身历史时空的需求去调整这样转型正义的形态。那么在原民会所提供今天的说明，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也很开心了，认为说其实2000年的宪法还有2005年的基本法就是一个转型正义的立法。那么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呢，在这个立法里面呢，特别是基本法里面，本来对于所谓的回复传统土地海域权利就没有设定时间限制啊，哦，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你怎么可以说那么要一定限制在1945年和1991年之间呢？那么转型正义的范围本来就可以涵盖像譬如说实例版本的1642年以后，或者是其他版本里面一些抽象的时间线，哦，所以我想从转型正义的这个必要性来说的话呢，可以解决刚刚所提到的种种的疑义。那我们也提到美国在1993年所通过的这个国会的道歉决议文，他把这个时间溯及到100年之前，哦，那也说明了这个转型正义时间上是没有什么特定限制的。那第二就是就推动转型正义的合法正当性，哦，当然我们相信不是照我所解释的，因为中华民国是从1945年才来占领台湾的，哦，所以呢那么在这之前跟原住民相关的议题中华民国不想要去加以处理。那即便是用这个逻辑，中华民国现在是 ICCPR 内国法化的国家，哦，宣称自己是一个人权立国的国家。那么透过内国法化呢，中华民国已经承认了 ICCPR
他在习惯国际法上的效力。那么2007年的原住民权利宣言呢，里面所揭示的原住民自觉权，包括必须要回复原住民族的传统权利和自然资源，这种转型正义的内容呢，它是 ICCPR 它的一个补充解释。这个目前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有国际裁判系统里面呢，已经确认了这个地位了。好，那我们既然是 ICCPR 内国法化的国家，当然要遵守这样子一个解释原则。就算你不愿意去承担1945年以前不法行为的责任，那么以现在占领者的角色呢，也应该要去执行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强行法，还有它的解释原则。因此呢，推动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立法是具有合法正当性的，不管是从那么内国法或是从国际法角度来说都是如此。第三点就是现实性的问题。那常常包括院版还有呢原民会的解释也说了，那么推动基本法事实上呢就已经可以充分的实现原住民转型正义了。但是我们当然所有人都知道，基本法推动到今天已经历经了10年以上，基本法里面所要求3年以内完成的法令的增修或是废止，或者是说其他政策的调整，包括基本法里面揭示的非常具体的内容，传统领域和海域的回复，原住民自治组织的筹建，原住民自然资源的共管，事前告知同意，还有就是文化表现和传统知识的回溯性保护，这些问题到底哪一点是现在基本法实施的过程中呢有被正式施行或是实现的呢？我们看得出来基本法本身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那不是说基本法不是转型正义，而是说基本法的内容呢，大家都很清楚，基本法本身是没有揭示它的主管机关的，所有的行政部门都是基本法的主管机关啊。那但是呢，多元化主义是新引进来的行政部门，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更强力的机制呢，透过时间的扭转，被介绍要求要认识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正义的内容，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施行它。司法机关的解释一样的状况，甚至大法官会议解释仍然是采取强制同化主义的原则。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一个高强度的立法来全面性的调整原住民跟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那么基本法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实现这样子一个转型正义的效果的。那么也因为这样关系，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转型正义的特别立法呢，来提供一个全面性的价值重建和权力回复。那它是一个权力回复的实体的规则，它不是只是单纯一个框架的立法，那它应该是涵盖着实体规则，包括呢权力回复时间的重建，那么在权力回复的状况之下呢，进行补偿和赔偿只是一个手段而已。那透过这些手段呢，我们可以改善目前片段式的有限时间的补贴政策，来调整市民社会对原住民的看法，那重建一个多元共融的新共和体。那么以上是我简单的报告，谢谢。非常感谢黄教授，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高金素梅啊，先请继续请专家学者来帮我们，然后请刘炯锡教授发言，谢谢，欢迎。主席、各位委员、各位与会的学者、专家，还有机关代表哈，那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说明我只要呼应一下，先呼应一下我们洪教授刚才谈到的那个主权的概念哈。那用这个主权的概念，我记得阿扁当时提出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国与国关系。那我们从这个概念呢，我想它呢跟这个我们现在转型正义不太有涉及这一块主权的概念，所以是不是单独立法，然后呢用总统的这个角度来处理哈？那这是我第一个意见哈。再来是呢有关于这个到底急不急？优不优先，
刚才那个戴教授有谈到这个源头的问题，我们尊不尊重这个地方的人，尊不尊重这个我们这一块土地，所以我在这里呢要呼吁呢，我们对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应该比其他更有它的优先性来处理，这优先性啦。那我们台湾的国际情况也不是很理想，台湾如果说能够作为一个世界的好公民，在这一部分呢我想我们做到了，那我想也会被得到国际的肯定。那接下来我想说呢针对于这个有一些观念我想要厘清一下。我在台东我在这边二十几年，我跟高正治医师常常互动，他一直讲他的痛，来到台北都很不适应，这个台北的观点太强，明明就没有台湾族，谁发明了台湾族，一直用台湾族掐住他们，虚化他们，他们是卡拉达兰部落国，是一个部落国家的共同体，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社会，是没有阶级的社会，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结果被人类学者还是谁讲成说，封建社会你们有贵族你是大头目，那这样的一个扭曲扭曲扭曲再扭曲，那讲成原住民是这样母系社会父系社会是吗？还有就是说阿美族吗？因为这个迷障一直在，所以我们没有看到一个部落国，它原来是用特别用国这个概念，就是呼应我们洪教授讲的那个主权问题，它是一个土地人民主权呢，有治理体系的一个地方被你这样毁掉了。哎，日本人发明一个叫做阿美族、卑南族，就把它呼呼哎，怎么没去？部落就不见了。所以呢，我讲到说原住民的痛，很多人很多人要学习说我是台湾族，很多老人家，你们一直在电视媒体一直叫他台湾族啊。那台湾族应该怎样就要怎样，我的部落有部落的特性啊，跟其他部落不一样，跟隔壁的部落就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我自己是学自然自然生态方面，当我到部落去之后，我看到这个情景，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我到底用什么方式，用部落，现在一天到晚那个什么部落战争啊，什么东西的啊，部落客啊，一什么一大的部落，一直那个部落有没有强调主权问题，那个部落顶多是一个 village，跟一般的村一样，所以我特别发明一个字叫做部落国，这个仿照第一 First Nation，他们都是叫 Nation 啊。那我要特别强调说，部落国，它有的部落国呢是可能几十个家户，形成的，有个呢部落国呢它是一个部落跟好几个部落是形成一个生命共同体，互相支援的，那就每个地方不一样，我们按照当地的文化来他让他们自己去处理。那所以呢，我们如果用部落国来看我们台湾的话，那我就看啊，刚才大教授说，历史学者从1624年开始，1624年的那个达悟案部落，达悟案，台湾人，达悟就是人嘛，人住的地方，那个部落，达悟案已经不存在了，他还没有办法转型正义吗？问题他人民土地语言文化在哪里，我们可能很难了，变成一个历史正义，可能不是像黄居正讲的说，这个要是转型正义，但是呢，有很多的部落可能是在十九世纪，他还来得及，有一些被归类平埔族，他可能还来得及，那现在呢，日本人当时1895年来了之后，统计的大概将近八百个部落国，那八百个部落国，就台东来讲，每个部落国都还存在。只是说有人放弃了，那我们国家他已经要灭亡的部落，中华民国政府是一个用什么态度继续把它灭掉算了，还是说我赶快给他支援，从加护病房把他请出来，让他可以慢慢的被疗愈，所以呢，我们在谈到刚才有一个问题的补偿或赔偿，我会觉得说可能回复我们野生动物来讲叫复育，这个怎么样重建，英文字叫 recovery，这是 culture recovery， 语言跟文化有没有重建，让它在这个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能够继续活下去
好，过去的一千年还有没有下一个一千年？好，这个部落国它已经在这边喽。哦，在我们台东，我们台东大学周边，哦，大概有十几个部落国，那个历史都是荷兰时代以前就有了。我把它统计一下，可能都超过千年。它还有没有下个千年？好，那我们是不是站在这样的基础上来看这一件事情？这样一个在我们的欧亚大陆都被磨灭，大部分的，就是说很多的那个小而美的部落国都被磨灭掉了，但是台湾还有，但是很危险。这些部落呢，就我们求谈生态环境来讲，欸，它是一个典范呢。它跟人的关系，它人，哦，跟大自然的关系，是我们的典范，是我们环境教育的重要的资源啊。我们怎么样学习它们，哦？但是呢，啊，过去我们野生动物保育法却把它们当作类似有一点，好像他们是猎，好像打猎、滥猎干嘛的。我是觉得看了三十年，实在是很不舍哈，哦。这个部分呢，我所以呢，我这提到哈，我们的原住民转型正义哈，也希望能够回归到这个能够刚才有讲到土地的部分哈，还有一个是语言文化的部分哈，人民的部分哈。我在土地方面，我从2001年推部落地图，我最没有办法的就是我跟原民会沟通很困难，因为他是理番官呐，啊。我这样讲，他一直跟我讲保留地，我说不是，我要讲传统领域。李番官那个保留地是殖民者给你套的，啊，你们在那边抢来抢去，光为了这个事情就吵好几年。那到目前为止，哩哩啦啦，原民会从民进党到国民党都没有负起责任。这个800个部落国很快可以建立的，没有足够的资源去做，我觉得原民会，好，哦，两个政府的原民会都要负责，哦，那这个不是那么难哦，台东我们大部分都做了，好，啊，有资源就会做得更快，而且更完整。第二个是人民的部分，人民都已经对部落没有信心了，是不是政府的力量去协助他把人民call回来？然后呢，啊，我们现在有部落公法人，我们赶快协助他成立部落公法人啊，哦，那部落公法人跟我们这个转型正义是不是可以合并来处理？那我会觉得呢。这一点，哦，如果可以做到的话，我们台湾是应该是可以当世界的模范了，哦，我看了很多国家，哦，有一些做得不错啊，我们台湾应该有机会了。我们的基础建设各方面都做得很好。我参加了 ICCA 组织讲说，所以我们台湾还没有，哦，跟菲律宾比起来，还有很多要努力的地方在原住民这一块。但是我们的基础建设很好，我们要做的话会比他们快得多，哦，这是我们台湾的优势了，哦，那。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去殖民的部分，哦，我会觉得土地、人民、文化、语言这个赶快要建立。如果说用我们原民会这样再做100年，可能原住民灭亡都还没做完。以原民会这样的一个态度跟做法，那如果说我们用总统府来做，用中研院的这个精神来做，很快我们的土地、人民、文化赶快建立起应有的资料，让原住民要赶快去做他的未来的发展。有一个基础的资料可以走，哦，那所以呢，最后我要讲到谈去殖民，哦，还有很多的议题，哦，还有未来人才的培养，原住民要自治，人才在哪里，哦，那我会觉得，教育也是要放进去。那很多国家都有部落学院、部落学校，我觉得台湾是不是也能够来大力推？以我们现在什么，那现在的部落学校这种推法有跟没有一样，就像或是说像我们以前乡土这样，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礼拜一节课啊，那样这样推很困难，哦，所以我会觉得真的用总统府的高度赶快抢救我们台湾的每个部落国，哦，谢谢。谢谢刘炯锡教授。接着我们请林益仁教授发言。按一下哈，很高兴今天在这里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过去在原住民的这些工作里面啊，我所认识到原住民的有关于传统领域以及他们土地以及他们的文化的相关的议题哈。我知道今天
大家在这边很关心的是有关于转型正义，有关于历史正义的相关的议题。不过因为我是一个生态学家，所以我想我今天可能比较从一个生态人文的角度跟大家来讨论有关于原住民转型正义这样的一个议题。那生态学其实它的原文是从希腊文来，那这个希腊文叫 oikos， 其实它的原文就是家的意思。那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从一个比较小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一个可能是一个家户，但是如果我们把整个族群看成是一个家，它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家，或者是台湾，我们把台湾看成是一个家，那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家。这是一个比较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的这样的事情。那我所理解到，今天我们在这边所处理到有关于这个转型正义背后的这些不公义，还有这些恶行的问题，如果从一个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家暴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大家都彼此之间啊，作为一个人，我们彼此之间是有关联，啊，用一个比较大的视野来看，住在台湾上面的不同的族群，或者是这些不同族群跟这个土地的关系，其实我们都有密切的关联性，其实我们是一个共同体。可是为什么啊，会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土地上面发生了这些不正义的事情，还有这些暴行？这是一个比较从生态的角度来看的事情。那么其实我们生态学家关心的是说，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底下，这样子的一个家的系统它可以和谐，它可以和谐，那过去所做的这些事情它怎么样可以有一个有一个方式来处理。当然在非人的世界里面，当然在非人的动物里面大概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它就是丛林法则，它基本上就是弱肉强食。但是作为人，我想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有关于这个转型的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从一个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样子一个转型正义的背后这些不正义还有恶行的问题。我过去的工作其实有很多是在泰雅族的领域里面，在做高金素梅委员，是泰雅族的族人。那其实我从原住民的文化里面有非常深刻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他们的概念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叫 Svalai。 这个 Svalai 它的 Valai 就是赛德克巴莱的巴莱，巴莱的意思就是真正的。 Svalai 的意思泰雅族人把它翻译成说叫做和解，但是我一直在想说，这个和解的意思为什么是从真相开始？原来其实当泰雅族在做和解的动作的时候，其实必须要建立在一个真相的追求，必须要建立在一个对真相的一个追讨的一个基础上面，然后从这里开始有救责，有赔偿，然后才有和解，然后才有后面的团结。那我花了一点时间看了我们现在在立法院里面的这些版本很多其实关注的一些问题，当然是会在过去的这些不正义跟恶行的过程当中要求赔偿、要求救责等等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但是我今天的发言，我希望比较放在是说，那有可能和解吗？有可能和解。那在准备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查考了一些文献，相关的文献。其实在历史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说，像这种不正义、邪恶、暴力的这些行为其实是非常的多像譬如说种族的屠杀，或者是抹杀、歧视多元文化语言，或者是不当的抢夺土地财产、危害生命、违背人权、白色恐怖，这些问题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其实全世界都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不过为什么在这样子就是说这些在历史上的这些问题，为什么最近几十年在国际上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还有越来越多的团体，他们开始在关心这样的一个议题，而且他们认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导正
这个过去的这些不义，还有这些恶行。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这边所做的事情，它绝对不单单只是一个竞选的承诺的落实，或者是一个元首他的政治的承诺而已，它应该具有一个比较全球性，而且一个比较普遍性的一个关怀，它其实是有一定的高度。所以我呼应前面的教授学者他们的一个意见，就是说这件事情是如此至关重要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广纳更多的意见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第一点我想要表达。那其次就是说，当然这个转型正义的问题看起来好像是在处理有关于国家内部或者是社会整体发展的问题，但其实更根本应该还是人性的议题。我们真正关心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是人，这是我们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课题。我刚刚已经讲过，在我所研究，我以前是研究老鼠，研究山羌，后来在山上碰到原住民，我开始转变我的整个的思考，然后认真的去思考原住民的家的概念是什么样。所以在非人的动物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丛林的法则，但是因为我们是人，我们在这里，我们讨论正义的议题，我们讨论这些相关的对于那些邪恶不好的恶行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所以一个国家如果他可以真正的认真来反省这些不义跟恶行，透过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些社会的共识，或者更集体的大家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去找到那个导正的这些行动，我想它应该不单单只是有助于社会不同的背景的这些个体大家和谐相处的一个机制，它其实是一个行动，也就是刚刚刘炯锡委员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跟国际对话的一个非常重要，因为这就是我们站在一个人性的价值跟人性的尊严上面，在台湾现在我们要去处理这个问题，那它其实是困难，它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我光光在了解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这些过程，我就知道非常的复杂，这里面要有很多不同的学科，甚至其实更重要是说原住民本身的耆老的这些知识必须要从这边去发掘，那这必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里面有很多的议题，包括真相的调查，包括其实总统已经承诺要道歉，还有归还、赔偿、补偿、回复，甚至我刚刚讲的要如何和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其实都需要极多的时间以及很大的资源的投入。所以在今天大家关切的问题是我的态度比较倾向应该要有一个专责的机构，这个专责的机构他认真的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处理这些这么复杂的这些问题。那为什么原住民跟其他的这些转型正义不一样有什么像不一样？因为其实在国际上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它其实也一样都发生在我们台湾的不同的原住民族身上，而且我们要知道其实台湾的原住民族是这一块土地最早的主人，他们所承受的是台湾其他主流社群更多更复杂的受苦，那这个大概是超过四五百年的历史 的遭遇，是目前在台湾族群当中最为深层、最需要被了解，而且最需要整体社会共同来面对的一个议题。那对正义的这样子的一个议题的渴求，我们是不是应该把我们的眼光放在去导正跟这些最弱势、最边缘、最陌生的人他们所面对的这相关的议题。所以我的主张比较是觉得原住民的这个议题应该是我们整体台湾社会的议题，所以它不应该跟现在的这些其他的我们只要处理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这个转型正义的这样一个把它切开来，反而其实从原住民的角度来看，我们会看到在台湾整体的历史，因为就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看到所有的这些殖民政权在台湾所做的这些事情。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就停在这里。好，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林益仁教授。好，接着我们先请高金素梅委员发言。谢谢主席。
我本来是要等所有的专家学者讲完了之后，我才要就我这一段时间的看法做一个分享。可是刚刚林宜仁教授讲完了之后，因为我是泰雅族的，我心有所感，所以我必须要接续一下。那个，我非常谢谢在场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你们愿意走到部落里面跟我们分享，跟我们面对面，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何其希望台湾的政治人物，尤其是我们所谓的大官们，你们有机会学习这些专家学者到部落去，你们就会看到我们的痛，你们就会非常觉得原住民的生活文化是值得尊敬跟台湾最棒的资产。可是我们很遗憾，我在立法院这五届的时间，我平心而论，不管哪一个政党在我们朝野协商的时候，不管是官员也好，立法委员的回答也好，都让我觉得非常的心痛。我举几个例子，我们谈到原住民的传统领域的时候，有人说：“哎呀，糟糕了，他们要把土地都通通拿走了，土地通通拿走啊，我们要去哪里？问可以问被 Kido， 用这样的思维来做说法。还有我们在谈土地的正义，我们原住民的保留地，我们的私有的土地，长期以来被政府说你不可以开发，不可以做任何的使用的时候，从来没有补偿赔偿过。好不容易我们在上一届，因为大家都要选举，都要有政绩，好不容易在最后一刻得到了原住民保留地的进法补偿，一年20000块，明年开始1公顷3万块。当我们在协调这个法案的时候，有人说：“哇，要花这么多的钱呢？”因为如果1公顷2万块，依照我们现在总共有16万公顷，是不是明明会在场嘛？哈，八万公顷，2816，我们只单单需要16亿，我们的政府长期以来在我的私有土地让我不可以耕种。然后你给我16亿的钱，政府说没有钱。政府说这是一个钱坑法案。身为一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我在立法院不时听到这样子暴力的语言。刚刚林宜仁教授说，这一次我们的转型正义，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说明，转型正义在8年半以前我就提了。当时我还记得是民进党执政，张俊宏做行政院长，我就针对进法补偿这个案子来作为原住民转型正义的开始。8年到现在，我们才通过进法补偿。那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很高兴，我们也乐于看到小英对原住民的白皮书说他要公开道歉，他要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帜，希望台湾这么长期以来政治的斗争恶斗能够和解，能够化解。可是我们看到在立法院，民进党已经是多数的政党了，他还毫无自信的在立法院排促转条例的同时，居然要分级。然后我就说，这不叫转型正义，叫做转盘正义。他要分级的意思，他要把时间限制。那分歧的意思，他要把所谓的转型正义只在威权时代，我不明白，我不理解。我记得我们在讲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开了市场的公听会。这市场的公听会，虽然我人没有在现场，我在办公室我都聆听了非常多专家学者的说话。我相信包括现场的专家学者，你们也到场，也表达了你们的意见跟说法。可是在司法委员会，在民进党多数的委员当中还没有自信，当他们要谈促转条例的时候又切割了，把原住民的部分就排掉了。我想身为一个原住民的立法委员，看到这样子的多数暴力，我们是心痛的。原住民本来长期以来对我们所谓的政府，我们就毫无信心了。多少个政党轮替，
那这一次原住民族给了小英不少的票，我们期待的是什么？因为小英总统说他当选了，他要跟原住民道歉，那我们愿意，我们也期盼。可是还没道歉的同时，在立法院就用这么粗暴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你们说我们还能够信任吗？所以今天有非常多的专家学者，尤其是林育仁教授刚刚所说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就好像我在内任委员会，我没有想到我那一个六分钟的质询会被转载了116万，也就是说116万的人，台湾的人非常同意我的说法，就是当这块土地我们要用手指着你们或他们的同时，麻烦先看一看台湾的原住民族。我记得龙应台女士讲过一句话，她说当我们汉人不断地说我们的权利遭受践踏的同时，我们是不是回头看看台湾的主人原住民，他们遭遇了什么样的遭遇。同时她说，我希望原住民的声音能够够大声够持久，这样子能够让我们汉人反省忏悔我们是如何对待这片土地的主人。这是龙应台女士讲的话。同样的，我也希望这句话我也给现在已经是多数执政的民进党的朋友们，台湾真正的要和解，台湾真正的要让我们的教育能够向上提升，其实你们是最大的责任。你们以前常常在讲国民党在立法院是如何的多数暴力，所以人民用选票把他们换掉了嘛？那这次民进党上来了，你们还是用以前国民党的方式，请问一下，台湾会有和解的一天吗？当我们看到转型正义的时候，你们自动就切割、自动就分级的同时，请问一下，多数的希望台湾正义、台湾和解的人民会同意民进党的做法吗？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边讲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痛心的。民进党应该要有自信嘛？你们自称是民主进步的一个政党，你们高举着人权的这样子的旗帜，可是你们在立法院也已经多数了，你们毫无自信可言。所以我真的非常期盼，不管下个礼拜我们的段宜康招委是不是愿意也排一场公听会，因为我们的协商是要两场公听会，今天是一场，我要谢谢林维洲那个招委，在很快速的时间，我必须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快速的在这边，希望原住民的驻喘条例也能够通过。我在立法院五届了，我清楚知道有非常多的美嘎，我相信施正峰教授也非常的清楚，有很多的法案出了委员会之后，一个月之内就可以表决。那么按照民进党现在对于原住民的态度来说，如果原住民的驻喘条例今天或者是下个礼拜我们不出委员会的话，很抱歉，我预想得到的是，当民进党所谓的威权的驻喘条例在立法院多数决的状况之下出去了，民进党还会看到原住民的驻喘条例吗？我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这是我在立法院五届以来议事运作各个政党你们的角力给让高金素梅在这边学会的，所以我们几位原住民的立法委员，我们就赶快讨论，我们不能够再多版本，我们要就算是多版本，我们也希望招委能够赶快来逐条讨论，就好像那个原基法一样，有那么多的版本，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讨论出我们所谓的原住民的版本，因为民进党的威权时代的驻喘条例就是这样子在立法院一天就把它通过了。那在多数在这个司法委员会多数的状况，民进党多数的状况之下，如果你们的态度也是这么样子对待原住民，我相信段昭伟下个礼拜再排礼拜一排个公听会，礼拜三我们就来讨论原住民的驻喘条例，然后大家集思广益，今天专家学者这么多，我们该怎么在条例里面放？我相信只要大家的态度
把它摆出来，愿意来做是可以做的。那我们花一天的时间，在下礼拜这一天把它讨论完了以后，也送出委员会，然后我们在这个朝野协商的时候，大家在讨论所谓的转型正义这两个要不要把它并在一块，或者呢，就是大家讨论就是好，我们就分两个版本，但是我们的政府一定要按照这样子的条例出去，一定要去执行，我想这才会往前走。以上呢是身为一个在立法院十几年我看到的状况，跟在场的专家学者们分享。再一次谢谢在场的专家学者们，你们愿意跟原住民族站在一块，你们愿意找到真正的台湾的转型正义。谢谢。谢谢高金素梅委员。好，接下来我们请李训明顾问发言。主席，各位委员，还有各位学者先进，还有各位记者先生们，你们好。OK， 我的发言其实跟刚刚高金素梅委员所讲的其实有一点类似，而且还蛮相像的，我也蛮看到这个结果。首先呢，我很高兴的看到呢，这四个党啊，还有包括含郑天才委员的提案呢，对原住民的恢复权利及补偿呢，做了相当大的努力。我们看的这一本，记者先生你们看的这一本，应该有很大的感触啊。那实际上呢，它普遍于适用于十六族，而没有针对个别的个人而来。所以这个才是一个立法的真谛，这也是促进转型正义的真谛啊。实际上呢，我们在蔡英文总统呢520就职演说的时候呢，他就说呢，我们要以道歉的态度，面对原住民关切的议题，重建原民史观，逐步推动自治，恢复语言文化，提升生活照顾。假如是这个样子的话，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并不是一个附带的课题，而是真实必须面对的。所以说呢，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呢，怎么样呢？应该就是要单独立法嘛，单独立法才有它的意义嘛。我们关注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还有郑天才委员的提案哦，在这边我顺便讲一下哦，在国民党没有单独提案，它是由廖国栋等27个委员提案，因为大部分都是国民党籍签名的，所以我说我这边可能有一点笔误哦，要更正一下。那么这个还有这个陈英是第陈英委员，他是有17个委员，他来单独提案的哦，他是民进党的哦，那大部分都是民进党提的，但民进党所提的这个草案，它是放在转型正义里面，放在第八条，在这边先说明一下。所以说我这边说明，国民党、亲民党、时代力量、郑天才委员的提案均是单独提出来的，民进党的并不是哦，他这个数值站上，我们这个才可以落实呢，先来后到的历史事实。我们有了单独立法，我们才可以确认我们所涵盖的这个事项。那么呢，我们看看这个内容所涵盖的事项呢，我们名称虽然有不同呢，但却相当的类似。最主要是什么？调查原住民受损的权利，清除歧视的图腾，恢复丧失的权益，土地文化资源的侵害的恢复，还有不当司法审判以及行政处分，还有调查传统领域以及土地纠纷，还有非原住民间的权利侵害。特别是非原住民间的权利侵害，这倒蛮新的这个观念啊。在这里呢，我们笔者必须呢，就作者必须予以肯定，这相当好的立法。那对原住民的这个史观呢，重建呢，迈向了一大步。那么该独立机构的地属的话呢，那国民党主张是地属于总统府，亲民党主张属于行政院，那郑天才委员提案的是主张属于监察院，那时代力量认为其系独立的复权会。委员由行政院长提名，经立院同意后任命，他倒是没有写到底是属于哪里啊。那笔者认为还是总统府为宜，其实很简单，因为现在的总统是蔡英文总统，他在520就职的就说呢，在总统府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他要用最诚恳以及审慎的态度来处理过去的历史，以及主要就是在原住民与汉民族之间的，主要就是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原住民与汉民族之间的开垦的一个争斗史哦。更何况你现在的林权院长，他陆续被几个这个天兵阁员搞个头昏脑胀，也被飞弹炸得头昏脑胀，他哪有时间在处理这档事呢？所以说呢，这个属于这个地属于
这个总统府的话，它是最比较合适的。OK， 那么实际上呢，假如说地属于行政院的话，那行政院有太多的独立机构，如再增设一个的话，可能有合宪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代力量它很聪明啊，它是想要设立一个独立机构，可是它不讲是属于哪里，哦，这是它，我想这是它立法的这个蹊跷。至于适用期间的问题的话，民进党、国民党、亲民党还有时代力量呢，均分别回溯到，400年前，还有西元1582年，还有1624年以及1620年，的确是相当久。但在这里的话，我是比较务实的，我们比较赞同呢，郑天才委员的提案，他必须将时间设定为日据时代起，也就是1895年，因为1895年以后的土地正义的话，仍然有迹可循。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人所制作、所占有的这些地籍资料，到现在都可以一一清查过滤，都可以追溯源头的，举证不难。其实很多这个正义的实现都是举证的问题，所以因为举证不难，所以说呢，正义容易得到彰显。在这里的话呢，我就不得不严正的指出呢，原住民的权利回复，民进党仅在其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我想这一本里面都有第8条，他们写到说，为落实国家对原住民的尊重，因历年来政权统治及威权统治已经不当权利受到侵害，应予公开还原真相，恢复权利义。它是一个很笼统的规范，400年来的这个事项，一点诚意都没有。而同法呢，同法第七条，它反而很确定的规定，自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起取得不当财产，应予转为国家所有。所以说呢，你看第7条是规范70年间的事项，第8条是规范400年来的事项，法律没有这样规定 ，OK， 法律是没有这个规定。他这样规定的话，已经不伦不类，而且原住民所遭受不公平的权利侵害事项，我们在他民进党所提的这个草案里面，他主要是在开放政治档案、清除威权象征、平复司法不法，而且呢，他将原住民所遭受不公正的权利事项，将不当财产摆在一块。5大项摆在一块，显然是项庄舞剑呢，意在沛公，完全针对处理不当财产而来。他就是呢，不仅违背了蔡英文总统他在520就职演讲所说的重建原民史观的内容，他根本就是把原住民的转型争议羞辱殆尽，虚假面对堕落附带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原住民的课题实际上是真实面对的，绝对不是附带的。你看看这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对原住民的对待，各位白纸黑字在这边，是不是附带的？OK， 还有提到转型正义条例里面第7条，我们附带提到，这个笔者在那边提到，有太多的有罪推定、不确定的这个法律概念，并且滥用所谓实质法治国的原则，与不当财产处理条例第4条、不当财产处理第4条呢相呼应。实际上，不当财产条例第4条以及促进转型条例第七条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直接就以举证责任的转换。推定除党费、捐赠、选举补助金以外呢，均为不当党产，均为，也就是说呢，国民党必须自己来举证，这些财产是正当的，要不然就是不当。我们都知道，谁举证的话，谁就是败诉。所以说呢，国民党是一定败诉的。所以说，竟要政党自己举证，这个是绝对违背程序正义的。一个有良心的法律学者，你看到这个立法是觉得蛮难受的，是觉得这个蛮难受。所以还好呢。这个国民党、亲民党还有郑天才，他所提的这些草案呢，并没有举证责任之转换。假如说这个原住民回复权利的这个草案呢，他有举证责任的转换的话，那么有关所谓的回复原状还有给付赔偿，这永远吵不完的。那变成会说呢，你这个所谓的我们讲的这个平地人，他没办法举证是对的话呢，那么就永远是属于原住民的，那么这个永远会吵不完。我觉得呢，你成立一个独立委员会，心平气和的来针对1895年以后有政权的地籍图资料，日本人至少有留给我们这个好东西，我们好好清查一下，这个才是比较务实的做法。你回复到1642年以前，这400年前，当然原住民朋友有很多被侵害的，甚至有很多被杀害掉的。OK， 可是这个已经30遍来的历史。
有很多原住民的祖先，他们的土地也跟着是没有了。那这个要清查，的确是不太容易的。我们必须回复到务实。我一个法律学者呢，我有这样很真诚的建议。所以说呢，本人借此呼吁呢，应该完全废止《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以及《不当党产处理条例》，我们回复到真实。也就是说呢，以这一篇呢，所以原住民促进转型正义之权利回复以及补偿草案，它来为基础。当我们中华民国台湾原住民的权利所有的回复了，有得到补偿了，那么我们呢才有一个正义的这个基础。这道理很简单，因为呢，台湾现在已经两党轮流执政，走向改良式的这个所谓双首长制，那么我们都是属于民主法治国或社会法治国，甚至福利法治国，这样都好。那么呢，你现在呢，民进党执政，国民党变成在位党，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转型争议。假如说你还要再清算民国34年以后的话，那么真的会揭起很大很大的这个伤痛。所以说呢，撤回该两个法案才是正途，让我们真实的面对这个原住民的权利回复法案。好，报告完毕。谢谢李迅明顾问。补充介绍，来到现场的有本院的委员钟嘉宾委员以及周春米委员。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林淑雅教授发言。跟各位报告一下，在林教授发言完以后，我们会有一个短暂的休息时间。好，谢谢。主席，在场的各位委员，还有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关于原住民族促进转型正义的这些五个版本的公听会，那以及提纲里面所提到的一些问题，那我自己个人在这边觉得说，我们对于所有的这些版本，包含要如何促进原住民族在这个国家当中的那个正义的回复，那首先很可能我们必须要对关于原住民族所遭遇到的问题做一个定性，不管是在国际法上面或是国内法上面去做一个确认。那不管我们从这五个版本当中的任何一个版本，我们都可以看到说，其实很多的委员们关心的是台湾的原住民族现在所面临到的一个不正义的结果。那具体来说，可能包含他们的土地、海洋、文化啦、语言、尊严，包含生命，特别是那个参与战争，那他们的财产，特别是还有包含他们的主权的这些结果的问题。那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得到一个转型，我们当然要问的是，目前这些结果究竟是如何造成的。虽然我们从个别的这些具体的实际上面的事情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历史的脉络，可是总结来说，它事实上都是在台湾的统治者，那透过武力，然后他们的法令，包含像他的政策的这些措施所造成的。那当然也许在某些版本里面会提到说，这个国家当中其他族群的个人也有可能造成原住民族的权益的伤害的这些结果。不过我们可以思考这些其他人民之所以有办法这么做，除了就是我们说一般的那个为了生存或是某些市场经济的那个状况，但是事实上他可能也是因为依循着历代不同的统治者，要不就是依凭他的武力，因为他们是同一个政权，要不呢就是在一个国家的法令或者是相关的措施之下所造成的一些结果。所以总的来说，那个原因的造成呢，应该还是在那个统治者的，要不就是军事暴力，那要不就是他的法令政策等等这些。包含我们原住民族最在意的传统领域跟它的自然资源的问题，不管我们现在说是国有地或是其他的公有地，或者是国营事业所拥有的土地，甚至包含私有地其实都是国家政策造成的结果。那这种不当的这种结果，其实也延伸到包含某一些原住民的个人，那他很可能运用了国家的相关的不义的这些法令，跳过了他的族群应该有的一些规范，而取得所谓的私人的保留地的问题。那所以总体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也许原住民族群的伤害，我们如果定性成是一个统治者不管是武力法令或者是他的政策措施，那我们也会想到说，那转型正义事实上他就是要重新去修复那个族群跟族群的关系，国族跟国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政治实体跟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集体跟集体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宪法或者是在原住民族基本法底下，当我们在谈那个民族自觉或是原住民族的自治的时候，
就不能够再把原住民族的相关的事务限缩在一个乡镇公所的层级，或者是他要如何去跟县市政府或是直辖市政府去好像要去争取权利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是一个如同之前我们几任的那个总统或是我们几任的政府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新伙伴的关系，这是一个重建准国跟国或者是国中之国甚至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这种政治地位的重新的决定。那我们要如何去看待总统要道歉，甚至是像我们今天在立法委员里面要去谈说原住民族的促进转型正义，我认为不管是道歉或者是这个转型，它最重要的目标事实上是重新去争取每一个原住民族对于这个国家的认同，比如说你愿意参与成为一个国家的成员，也去承认一个可能是新的宪政体制的这个秩序。那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在谈说特别是我们讨论提纲里面会去问说那这是这件事情呢，就转型正义这件事情到底是哪一个机关的权限哦？我们可以想到说大部分的行政上面的执行的权利它很可能还是在行政的体系的这个部分行政院以下，但是作为一个总统我们去想象如果这是要重建一个这个国家当中组成的族群彼此之间的关系的修复的话，那事实上总统作为一个元首在他元首权里面作为一个代表事实上还是扮演相当的角色，特别是假设那真的是一个准国与国或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且是要重建跟修复的话，在即使是在行政权的范围里面也有一部分比较像是族群或是准国之间的关系类似准外交的关系，所以即使是在执行的这个层面也不能够讲说在总统这个部分是完全没有的。那我们看到现在的原住民族基本法里面在谈到说当原住民族的权限特别是他的自治权限自觉的权限要是有一些争议的时候，特别是要是跟立法院都搞不定的时候，那总统有义务出面去进行一个协商。那从这个角色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不管是在国内的法秩序或是国际法的秩序当中，这种国族重建本身或是修复关系都是一个我们应该要加以定性的部分。那如果说我们要原住民族去承认这个国家或者是在这个新的宪政体制，那去接纳这个道歉并且去进行转型，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原因，好，就是那个历来统治政权造成原住民现在伤害的原因要能够有所修正。那我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提到说不管我们在讲传统领域讲它的文化语言尊严生命财产主权等等这些，事实上国家是用一个单方的法律的强制性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会看到原住民族在转型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重点，它是一个整体国家法体系的整体的转型，而且它是必须要能够符合原住民族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自我决定的这个方向，所以这是一连串的法治的转型包含我们的宪法。那虽然刚才也有老师们提到说我们的宪法其实已经是局部的转型，这当然是没有错的，而且它是由原住民族的草根力量透过社会运动所造成的一些部分的转型，所以这种一连串的法治转型包含宪法的转型其实也代表的是一个我们立法程序包含我们立法院本身自己的转型。所以原住民族在不管是说在这部法律的可能的立法的过程，或者是我们到底要如何去判定或者是界定他的哪一种伤害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复，事实上个别原住民族的参与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其实这会特别延伸到不管我们是要怎么样去透过立法啦司法或行政的措施，我们都必须要知道说原住民的相关权限的回复不应该以现有的法律为限，因为现有的法律包含在宪法以下除了局部的调整之外，事实上它都是一个没有经过转型的现有的法律的框架，包含我刚才讲说不应该把原住民族的权限只放在乡镇公所啊县市这是同样的道理，也不应该跟行政院各个事项比如说各个部会在进行协商的过程呢受到部会说因为我们现有某些法律已经是如此了，所以我们应该在法律的框架底下去进行讨论，那这件事情也是应该被排除跟重新确立的。那至于我们应该要如何立法呢，我觉得我们透过法律不管它是合并立法或者是
或者是单独立法，事实上只要很清楚的去说到原住民族的转型，它的重要的原则在哪里？包含也许会包含我刚才前面所讲的一些原则，或是其他的一些实体的权利上面的一些回复的原则。那因为透过法律去表达国家的义务跟责任仍然是重要的，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宪法，那跟我们的原住民族基本法，它的当中的某些内容都还有待加强，所以我认为立法是必要的。但是至于它是合并还是单独立法，我觉得就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都是无妨。那特别是只要它如果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我们就可以有办法把那个转型的重要的原则、实体上面的原则，能够讨论清楚，而且也征得各个原住民族的同意的话，那合并也 OK， 因为它会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章节。那可是如果我们认为还需要再一些时间的话，单独立法也是一个可行的方式哦。特别是目前在谈转型正义的一些相关的法令里面，不管是说要公开档案呢、好，或者是某一些党产的问题，甚至因为政权移转，那像台籍老兵的问题，其中也包含很多的原住民，或者是历史遗迹，或者是一些威权的那个象征的问题。事实上，这每一个也都涉及原住民个人或是原住民族的集体。所以我认为现在在促进转型正义的时候，不应该以原住民族当作借口去停止这些有可能处理的其他的一些规范。那至于原住民族的这个独特的那种集体性的部分要如何被纳进来，完全就看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完整的图像，也就是转型的原则。那在实期的部分，我同意刚才有不少老师所提到的哦，因为我们现在要处理的是历史累积一直到今天没有解决的恶果，所以那个时期确实只是一个证据的问题。那个我们之前不是常讲说那个证据到哪里就搬到哪里，好，所以往前回溯的那个时期事实上是没有必要做一些限制的。那另外在补偿跟或者是赔偿这个部分，我可能必须要提醒的就是，当我们现在在说权利回复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的原住民族的权益受到伤害的那个原因是他跟统治政权的关系，也就是他失去对于自己的人民跟土地的管理的权利的话，那事实上要回复的是力量的力，这会是一个重点，而不只是比如说是个人的权利。因为只有把原住民族的集体他个别的法律或者他规范，他才有办法判定说在过去的伤害里面是哪一个人受到了伤害，是个别呢还是集体还是通通都有，以及他适合的那个权利的回复的方式是什么。所以我在此要提醒的是，当我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讲土地还是在讲原住民保留地的增划编，那事实上保留地制度造成的不义，造成了私有财产权的制度跟原住民在传统法律当中的个人的使用的这个权利是不一样的。那以及国家其他的那个限制造成保留地的流失，其实也都是跟私有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在思考原住民的权利的回复的时候，那个作为族群个别的法令以及他如何去了解他在土地上面的规范主体，谁有使用权，谁有管理权，这方面的参与其实才是重要的，而且它才有可能在我们立法的转型的过程里面能够让原住民的法律共同它的价值秩序成为这个国家的价值秩序的一环。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台湾作为一个多元民族的国家，可以把每一个民族的价值秩序容纳成为一个我们共同的共识。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林淑雅教授。接下来我们会休息，我们会休息到11:05，好，然后会继续开会，好，谢谢。
继续开会哈，耽搁了几分钟，不好意思。接着我们请孔文吉委员发言。谢谢主席，各位学者专家，各位我们各机关的代表，今天文吉啊，非常的谢谢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招委，林维洲招委安排第一场原住民转型正义的一个公听会。事实上，这个转型正义在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啊，可以说是吵吵嚷嚷哈，沸沸扬扬，因为当谈到我们原住民转型正义的时候，我们各党派呢，都有不同的意见跟立场。特别是在今年，民进党开始执政的时候，又换党执政，那原住民本来是说，可能对那个民进党呢执政之后，我们原住民的很多权益跟法案，应该是会很顺利的通过。我个人也是抱着这个立场，但是呢，这一个多月来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执政党呢，他对原住民的权益呢，都始终都是抱持着一种保守而且消极跟被动的这样的一个立场，而不是主动积极的这样去维护原住民的权益。我随便举个例子，就像原住民族的转型争议，今天谈的已经在这里是召开了几次，后来那一天只过了民进党的版本，就是要这个过这个转型正义是从1945年到1991年那个版本，那个就是清算国民党的一个版本嘛，那个已经通过了。可是当我们在这边呼喊说原住民转型正义不能忘记的时候，那民进党呢可以说是置若罔闻，这个就是令我们非常痛恨的地方了，不能接受的地方，那民进党的委员常常讲说8月1号等蔡英文总统以总统身份正式跟原住民道歉的时候，我们再来好好处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刚才报告写说，总统府要成立原住民转型正义的一个委员会，不是调查跟真相和解的委员会。那这个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关联性呢？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蔡英文总统跟原住民道歉之后呢，我们再来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现在不是立法院已经在排我们5个版本了吗？那为什么现在不谈呢？那最近又有很多像昨天又来抗议了几个外围团体，他说原住民不要成为转型正义这个政党斗争的工具。然后最近又有一个民调出现，认为这个民进党的转型正义是不是要先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有50%多的是不支持的。那这些外围团体也都来纷纷来这个表示意见，就认为是说，第一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不能成为国民党跟民进党斗争的工具；第二个，他们不支持先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再谈民进党所要求的转型正义。这两个，一个民调一个团体全部都来立法院来抗议。但是今天我们有8个原住民的立委，有这么多的一个转型正义的版本。孔文吉的版本下礼拜 也要来复委了。今天转型正义在场有很多我们的专家学者，我刚才上台之前我还看了施正峰的教授的加拿大权力保障这个什么这个 那本书啊，你那本书讲1763年加拿大的跟那个白人政府跟印第安人订定一个皇家宣言 Royal Proclamation 啊，甚至于这个1840年，纽西兰的白人跟那个当地的毛利的酋长签订 Treaty of Waitangi， 这个是在场很多我们原住民学者这个都非常熟悉的。这个 Waitangi 这个条约是白人政府当刚开始把纽西兰纳为殖民地的时候，他们签订了这个条约，是承认当地的毛利族他有土地的，有传统领域的，还有他自己传统生活方式的一个自治权。那相对来讲呢，那毛利族呢是希望白人政府代表英国女皇能够尊重那个承认，而且是能够公平合理的对待当地的毛利族。
这样的一个交换是以这个新伙伴关系的协定，啊，所以不管是加拿大，不管是纽西兰，白人政府到印第安人这个毛利族这个土地的时候，都有签订契约的关系。这个也就是回溯到之前阿扁当总统的时候 ，nation to nation， 对不对？就是白人跟印第安人是对等的一个国族啊，这样的一个平等的地位，而且是一个新伙伴关系。台湾啊，回溯到我们历史正义，原住民的历史正义，满清政府郑成功来台，刚到台湾的时候，有没有跟我们原住民订这个像《歪塘体》这样的条约？没有嘛，啊，完全是没有。今天我们现在原住民版的转型正义、历史正义，我们在谈的就是这一块，啊，在谈的就是这一块。希望我们要回归到啊，就是我们汉人跟原住民是 nation to nation， 所以要针对我们台湾原住民的历史定位啊，它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正义呢，要给我们原住民一个平等啊，一个对待，像加拿大跟纽西兰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啊，这个民进党的转型正义，我觉得是太廉价了，只有谈1945年到1991年，那个是很清楚的。是对国民党啊，特别是外省政权来台的一个威权时代的一个转型正义，是国民党的这些啊，从国民政府来台的将领，从老蒋一直到小蒋啊，李登辉不包括的哦，那个是清算斗争啊，国民党的，但是他们这个格局呢，并没有说哈，能够包容到能够对台湾原住民，给他趁这一次的转型正义这个机会，给他一个公平合理的包容的兼容并蓄的，给他一个接的一个对待。我们今天啊谈到啊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啊，只是说原住民基本法给他落实，不是只有这一个原住民委员会的报告啊，下个会期他们要提原住民的啊语言法，还有原住民的土海法。这个是原住民族基本法权利的回复，这原基法里面啊，这个是国家法律这样给他保障的。我们今天要谈的历史争议是谈像那个 Treaty of Waitangi 啊，还有 Loyal Proclamation， 这个是对原住民的历史争议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呢，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把它啊这个纳到啊我们这个转型正义委员会里面来处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层次的不同啊。啊，层次的不同，我想在场的学者专家啊，也都很了解了哈。所以，我们是真的是非常的希望啊，民进党啊执政之后啊，一般人都认为啊，他的原住民的政策会比国民党的政策还要更宽容啊，还要更开放啊，还要更能够这个照顾到原住民真正的权益。那但是呢，我今天谈啊，这个除了转型正义之外，这两个多月来啊，这一个多月来我们在立法院谈的啊，本席提出的反族群歧视法，在内政委员会也是在一读讨论了之后呢，全部条文保留啊，因为民进党委员啊对这个反族群歧视法啊，这个认为我这个版本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意见啊，对族群的、对民族的啊，对这个种族的啊，我们花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那边讨论。然后还有针对我们的狩猎法，原住民的狩猎法啊，为了保障原住民猎人的权益，我在那个原住民狩猎法增订了五个字，叫非营利自用。哎，也是民进党也是硬是已经一读通过了，硬是把它拉下来党团协商。为什么对于转型正义？为什么对于反族群歧视法？为什么对于原住民狩猎权的保障、野生动物保育法的修正，民进党的态度啊，对原住民这样权益的态度呢，都是非常的消极、非常的被动、非常的保守。那更何况谈我们今天谈那个原住民的历史正义啊，这个我们谈的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所以我觉得我在这边啊，是特别是希望啊，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公听会哈，这个是我们上一次讨论的了啊。希望我们林维洲招委啊，今天开了公听会之后，下一场啊能够由民进党他来主持的公听会，两场公听会开完之后，大家好好的认真的啊来这个讨论一下我们这五个版本啊，五个版本
各党派的版本啊，有哪些地方啊，大家寻出一个共识啊。像郑天才委员啊，他的土地是在监察院啊，土地调查委员会在监察院，其他的版本有的在总统府，有的在行政院啊，大家好好讨论一下嘛。最起码说我们原住民提了五个版本啊，我们司法法制委员会没有理由说不讨论不审查的啊。但是我觉得谈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啊，不是只有原住民基本法的落实，还有他对于他的历史正义啊，对他的一个尊严的，还有他原住民在台湾历史上的啊这样的一个定位呢，要重新再给他确认啊。那这个部分呢，是我是觉得我们啊谈原住民转型正义啊最重要的部分。而且世界各国，刚才有一个学者讲美加澳纽啊，原住民都是不可缺的一环了 啊特别是谈到转型正义这个部分，为什么台湾要把原住民啊这个踢开呢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哈，因为原住民是台湾历史上真正的主人啊，这个是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怎么样再给他一个历史的啊一个回复啊，或者是给他地位的一个更加的尊重啊，是这样子啊。本席是在这边所提出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看法了哈。好，谢谢。谢谢孔文吉委员补充介绍，本院的委员陈曼丽委员也到场哈，谢谢，欢迎你。接下来我们请柏宏明理事长发言。主席，各位专家学者，我没有纸本资料，是因为我昨天新北市的主语教师的联合甄选呢忙到晚上，今天我以全国性的语言社团的理事长的身份呢跟大家就教。首先呢，我要在这里谈到的是，我想把今天十分钟啊聚焦在原住民族的语言身上。那最主要的是啊，第一个，我希望把时间也拉到四百年，我们自己的同胞平埔族啊，从那时候开始语言开始消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回成为自己的成为原住民。这样的状况啊，我们一直在想，包括我们这些原住民啊，过去威权时代都不用讲，民进党时代的阿扁希望我们能够新伙伴国与国之间，结果也没签什么约。马英九总统他说把我们当人看，这个问题才更大，好像只有汉人是文明人。那我举了很多的想法啊，当你们在讲入赘的时候，台湾族原住民其实谈的是入婚，没有降低男人的那个尊严。当现在在谈两性平权的时候，台湾族五千年前一直到现在都在谈本来就有的两性平权，到底谁是文明不知道。因此啊，我们在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相不相信每一个总统？小英说他有台湾族身份，他要道歉，不知道啊会不会落实。原住民到底可不可以独立，还是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国家？如果整个政府殖民这个政府都是对待这样的原住民，我们实在是不晓得何去何从啊。那么语言，回到语言身上，大家通常都把语言当作我们的沟通的工具，确实，但是以现况来讲，原住民的语言有几个有能力五十岁以下的可以全族语的，大概找不到一两位了。身为原住民，在现今台湾原住民族的认定九族变十六族，首要的条件就是语言。那么语言没有保障它，那原住民这是在变相的同化，在灭绝。今天在谈多元文化、多元论，但是啊，我们
把我们的语言只有国语独尊。那么照理来讲，应该从一个多元的能力，最核心的应该是自己的母语、自己的主语，然后通用的国语，然后在外国的语言。但是啊，今天的原住民却是一个空心砖，最核心的、最灵魂的语言空空的了。我们一直在抢救濒临危机的动物、植物等等。我们的民族、我们的语言，2009年被列为联合国濒危的语言，我们的国家有没有针对这件事情，怎么样去抢救它？这个本来就是原住民的语言权、教育权，本来就应该优先的权利，这是人权，也是刚才谈到的主权。我们把国家体制进入到台湾以后，平埔族的语言、平埔族的灭绝，国民政府进来了以后，实施国语政策，原住民的语言急速的消失，戒严时期也禁止文字化。刚才谈到的联合国已经早就把我们列为极度或者是非常极度的濒临危机的语言。我们一直在争取还我语言。以前大家听到的是还我土地，我要自治，但是在我们的自治区里面，未来如果里面的族人都是在讲国语，那是多么讽刺的事情啊！这样的事情在台湾是一个多民族的、多文化、多语言的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按照以现在50岁的没有能力传承在家庭的功能，我们依据最少族的少主，大概那个90岁的几位先进走了以后，少主就灭绝了，因为他没有语言了。不出30年，台湾的原住民大概也陆陆续续的，按照现在的做法，所以这是国安问题嘛，更是民主存亡的问题啊！语言在原住民里面，它是像氧气一样看不出来，但是没有氧气流，那个民主，大家迷迷糊糊的民主就灭绝了。在这样的情形下，在家庭不能落实，学校更没有那个功能，一节课怎么去推？所以我们一直在为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非常的难过。在非常的时期，怎么样去抢救？有没有非常的手段？能不能把这件事情优先的去抢救？我们再看，在我们的转型正义的项目里面，大家都在谈硬体的部分，土地、土海，或者是自治区等等之类的。那我们的诉求是希望把语言一定要纳在里面，还有我们的传统祖先的留下来的价值观、哲理，包括我们的快乐幸福的指数现在到哪里去了。不只是纳到项目里面之外啊，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条例能够独立出来，而且应该要放在总统的权力，才能够来面对整个台湾原住民的整个的发展跟正义。我不晓得8月1号总统说要道歉，道歉什么？道歉以前本来就应该要认错，但是要认错什么？犯了什么错？这就是一个真相的问题嘛。那语言这件事情，我要再一次的表示它的重要性。因此啊，我翻过了解过，目前为止政府对语言附赠的经费，包括原民会跟教育部，一年只有1.5亿。但是我粗估，我自己在跑全国性的原住民族语言发展法，在抢救的过程里面的近几年，应该要用非常手段，要更多的资源进来。我的初估啊，
你应该在前五年、前十年，每年给个五十亿啊。如果这个语言活不下去，你现在的一点五亿，三十年以后大家都白忙了一场，原住民也就这样灭绝了。这是国家的目的吗？到目前为止，原居法里面的第九条应该要设它的执法，原住民语言发展法，目前也不了了之。我们其实要的是怎么样营造自己的语言成为第一语言，身为台湾原住民的第一民族，自己的语言不能成为第一语言，非常的讽刺。然后现在的孩子学我们自己的语言，要比国语、比闽南语、比英语在之后已经变成他的第四语言，这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情。如果是第二语言，在学校只有一节课，然后师资在哪里？一个只有会说主语，然后只有三十六小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然后他的薪水都是跑终点360块钱，怎么生活？我们的后代怎么投入这个市场，投入这个使命，这个热忱？第二语言一定要靠师资，可是这件事情啊，却到目前也没有提出更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在这里，我在这一次的呼应啊，目前我们的民族学校陆陆续续有很多的民族的校长们，但是我看到大概只有成功的一半，因为他们的教学语言里面通通还是华语还是国语，所以那样的配套措施啊，全部关键全部都是在语言的身上。一个民族的存亡，最关键的是在语言。谢谢各位，谢谢马少鲁。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施正峰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有关于转型正义要如何来进行，那我们看到第三波民主化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做法，由最极端的起诉到另外一个极端是特赦。那如果我们看到有原住民族的这些国家，包括美澳纽加，包括拉丁美洲国家里面，也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那么我们目前台湾目前就是说，是不是考虑用立法的方式，用所谓的促进转型正义？好，那当然，因为如果照整体性来讲的话，那当然我们原住民的正义应该也放在里面来。好，那好像民进党政府他是为了要处理国民党的党产有时效性，认为民进党是来乱的，扯后腿的。好，那所以呢，他会说是不是进一步我们说退而求其次，就独立立法？好，那我们独立立法目前也看到原住民提了五个法草案，那行政部门好像是倾向也不太愿意。好，那结果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好像是由总统出面，是要放在总统府之下，是放一个要点。好，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总统府之下是没有调查权的，就像人权咨询委员会是空的。虽然位阶是很高、很崇高，但是我们目前看到原住民大概只适合放在我们的促转条例里面的一个注脚说明文而已。那所以呢，我那种感觉好像是说，蔡英文总统他是在选举的时候或者一再重复的是，他答应把我们原住民放在头等舱的，汉人是很委屈的，是坐在经济在这所谓的商务舱的。结果呢，到最后退而求其次，我们现在连经济舱也没有，是坐在货舱里面冷得要死的。我觉得这是，如果是这个样子，是再一次的欺骗。那接着呢，我们来讲说，到底转型正义它到底涵盖哪些事项呢？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民进党的一些立论，他的说法就是说，照说应该只能适合放在那种由威权体制国家的民主转型啊，那甚至于提出联合国的一些文件来说来佐证。那我必须要说，如果大家真的有去看相关的转型正义或者是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话呢，这是最狭义的做法。广义的来讲呢，所有到目前为止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不公不义都应该要放进去才对。好 ，OK。所以呢，我们不只是说看到道歉而已。
那我们看到民进党拿的是加拿大跟澳洲，我们知道加拿大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其中一个他的真教会只是在处理教会的技术学校这样子而已。黄巨正教授是在这里，好 ，OK。澳洲的是更扯啊，澳洲他们干脆把圆明会相关我们圆明会的废掉了以后呢，成立的转型所谓的转型正义的这样的委员会里面，基本上就是一个啊。象征意义的在办一个活动，多元化活动的是骗人的。好 ，OK， 那还有哪些可以做呢？我说，至少我可以看到说，国际法的层面主权这个部分要去面对。比如说美澳纽加里面，澳洲当时是没有签条约的，所以这个国家的成立是目前是有问题的。那这几年他们甚至是不是进一步要把它放在宪法里面来做妥协？好，那当然土地这个部分也许要很多的时间来清查，但是呢，至少这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做一个原则性的这样的决议也可以嘛。那一块一块慢慢的做，我们看到这个纽西兰 Waitangi 的这个土地法庭就是这样一块一块慢慢调查。好 ，OK， 有些是比较快，有些比较慢的。至少我看到台湾的部分，至少台糖，至少那些国家公园那个部分30个山园的这个传统领域是马上可以归还的啊。如果我们的政府是急着把原住民的传统领域 BOT 出去，为什么就不交给我们原住民来经营呢？如果大部分的一半以上的人在都会区里面流离失所呢，我这是一个在质疑的。那当然还有一个时间的部分，那还是很奇怪，说如果这个法是真的就是要处理国民党，那你就加一个威权时代就好了嘛。你既然用了一般性的转型正义，那当然是我们过去400年来的同全部要纳进来才对啊。那另外还有人说认为说，因为是加害者是国家，难道加害者是国家就不用处理了吗？加害者是日本人跟荷兰人就不用处理了吗？难道政府跟国家不是要这样有继承性的吗 ？OK， 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受害者。那我想要提醒大家，受害者不是只有个人而已啊。我们现在原住民面对就是集体权被剥夺这个部分。好 ，OK， 接着呢，所以呢，我这里会觉得说，好像是民进党现在看到的汉人的正义跟原住民的正义是不一样的，它是只有历史正义而已，是交给国史馆去处理就好了。哦，真的是这样子啊？那吴密察可以处理吗？我觉得他没办法处理的。好。OK， 好，那接着呢，我们说，我们是不是要设立一个所谓的独立的调查这样的机构呢？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调查的机构呢，基本上大致上，如果是内阁制的国家，因为它行政跟立法是合一的，也就是国会立法授权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我们看到，如果是总统制。比如说总统制的国家，它也有可能是国会授权，也有可能是总统。那总统的部分呢，可能它又有两种方式，一个是咨询单位，那它下面很多很多，每年设了很多。那另外一个是由国会立法授权的，放在总统下面的。第三种是两个总统跟这个国会两个联合的。我想这些部分维基百科就有的。好，那问题出在哪边呢？因为我们目前的宪法里面呢，总统是他不能有任何的行政的，或者是只是一个幕僚等等。所以我们现在退而求其次，是不是说在现有的我们看到处转条例里面有5个小组，那第五个小组就是放在我们的历史正义的部分嘛？那如果我们总统府的这个要点里面呢，总统是召集人，就把行政院长拿来做一个执行秘书，然后这里的决议以后跟行政院这两个接轨就可以了。我不晓得民进党到底在怕什么东西呢？是为了土地还是为了什么？好，那我们看到新新闻的记者说，有立委跟他们讲，民进党立委跟他们讲说，如果土地归还了以后，然后汉人都要搬到澎湖去的，是这样子吗？哦，这比孙大川还扯啊！人家孙大川还说，那我们花东这两个要废县怎么办？人家还算很有良心的，这是一个现实问题啊。好，那如果真的是要搬到澎湖的时候，那我们说，其实如果土地可以归还就归还，可以回复；如果不能回复的话，那政府就是必须要拿钱来处理，或者是等同的土地来处理。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方式，有些地方就是拿土地归还，那当然这是百分之几，还是给谈判。比如说我们看到 Cree 的部分就是分 ABC 三种，
甚至于这个他们的 Métis 是已经没有土地的，他们的省政府还拿8块，可以，如果你有心就其实是可以的啦。好，那关键还是回头讲，就是说有没有调查权。那说的有没有调查权是哪边呢？调查权就是 subpoena， 就是三个。第一个呢，我可以传唤证人；第二个呢，我可以调阅文件；第三个呢，我可以到实地调查。如果没有调查权的话，就只能在总统府里面跟总统一起吹冷气，然后两年到了写个报告就没事了。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加拿大的这个，尽管加拿大的这个是所谓的原住民的征调会呢，即使它是国会授权的，当时是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呢，我们他们要去调查的时候，很多的相关单位基本的资料他是不给的。后来他们是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里面才说好把一些东西交出来。你想一想好了，我们放在总统府，你要去，你不要讲去国防部。你光是要去教育部的话，教育部可能就要吃闭门羹了。好 ，OK， 好。那么我必须要讲说，那这个征调会要做什么呢？基本上就是三个。第一个呢，做真相的调查；第二个写报告；第三个写建议案。两年内绝对写得出来。很多东西我们过去20年来，不管是国际也好，国内的学者里面做的那些东西，大致上都已经有了，就看有没有这样的这样的成立。那我会觉得说，这个所谓的正义，我还是要提醒大家，是 John Rawls 很有名的学者，他写了一本叫 A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他提到说，所谓的正义，正义是什么呢？当一个最社会上最弱势的一个族群，他觉得说这个社会对我们很公平、很正义的时候，那个才是真正的一个所谓的正义。那我也必须要讲说，目前的延基法呢，不管是从司法、从行政等等，其实是到目前就是没办法进行，才会另行另外一个管道了管道。那我也要提到说，民进党。所谓的附属组织、外围组织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台湾智库，我必须要谴责。他做的这个民调是说，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是反对征调会，哪有这个样子的？你用98%的人做出来的说，我们已经对2%的人很少。我再讲1分钟，一个就好。我今年还是去年，有一个团体委托，好像是我们立法院委托的，做一个台湾的人权的报告。其中呢有两个问题，他是这样讲说：你认为花东的医疗设施怎么样？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认为说花东的医疗设施，东部包括宜兰东部的医疗设施很好。住在花莲的人都会觉得很苦，因为退休到那边的时候，平均余命是比较短的。宜兰还可以从血税，花莲即使是我们东华的学生到玉里出了事以后，都还要送到花莲市来。所以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因为我们那边有两家很有名的医院，所以大家认为说我们那边医疗设施很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民调是说，问说你认为说我们政府对原住民的照顾好不好，也是很高的，认为说原住民照顾得很好。这种人权的东西是不能用民调的方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不用立法了，立法院也不用立法了，我们用民调的方式，我们也不需要法院了，用民调的方式就可以了。那我要政府干什么？要国家干什么呢？所以我要跟小英政府悬崖勒马，跟这些立委、老柯等等，不要再继续放话修理我们的原住民的立委，修理他们说是国民党的帮凶。难道你们多少人不是国民党出身的吗？难道小英不是国民党栽培出来的吗？这样子是不礼貌的。如果愿意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呢，原住民立委可以团结起来，愿意让他通过一个我们自己的版本，有什么不可以？这只是次加的而已然后我还在问一个东西，不要乱骂学者不能只是说骂是民进党的国民党的御用学者，民进党的御用学者，我认为也是不可接受的。你要知道，我们这些学者多少人是在帮忙这些立委做这些草案的。我再问一个问题，你们回去问你们的过去3年来的党主席，你们的族群组支书的族群组召集人是谁？小英的族群的政见负责人是谁？好 ，OK， 问清楚再来骂好吗？谢谢。好，
接着我们邀请林修策教授发言。主席，各位先进，我们今天这个座谈会是要讨论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然后它延伸出来的是这个转型正义除了它的核心定义之外，能不能去扩大解释。那么那个扩大解释的部分，在今天大家的讲话里面是把它叫做历史正义。纯粹一个转型正义的问题，能不能再加上历史正义一并来讨论，这是这个今天这个座谈会的主题。底下我的意见只有三点。第一点，转型正义的定义很清楚，它只是对前面的那个威权政府所的时代所做的一些不当的这个统治措施啊，做一个平反，所以它这问题很单纯。但是前面的政府在往前推的政府，也有很多的措施，我们都认为不妥，是不是在这里呢？一并去做平反，这个叫做历史正义。我在这一点里面的看法就是啊，转型正义的原则上，它面对的是个人的问题，是个人受到破坏，所以现在的政府要去平反，要去补偿。那么除了个人之外，会不会涉及到民族的问题？在前苏联的时代有这样的问题，是政府把一个民族集体的移动，让它流离失所，人口大量的流失。可是像这样的问题啊，在台湾战后的政府里面应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所以在现在的转型正义里面呢，涉及到的是个人权的问题，而不是民族权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历史正义，所有的发言都是针对整个原住民族所受到的迫害、不公平的待遇。那在这里啊，是不是应该把它拆开来？两个性质不太相同。讲转型正义就是针对转型正义，那历史的正义呢，应该是移到另外一个部分去谈。这是我的第一点。我的第二点就是讲历史正义，这个历史正义不是一般的历史正义，今天的谈话都是原住民族的历史正义。那么这个历史正义如果是到1945年以后的，这是可以谈，因为它是属于我们前面所定义的严格意义的转型正义。如果是要往前追溯到1895年，那是前前朝。如果要追溯到1968，追溯到1924，那个问题会变得更复杂。好，原住民族有正义的历史正义的问题，客家人也有这个问题。当初会成立原住民族委员会，是因为原住民族受到不公的待遇，大家都可以接受，成立这一个委员会来帮助他们的发展。那客家委员会的成立也是一样的道理，只是后面有两个委员会没有设，一个是河洛兰委员会，一个是外省人委员会。好，接下来设立委员会要保护的，大概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的是保护语言，所以原民会就有族语认证，客家委员会有客语认证，原住民的语言要受到保护，客家人的语言要受到保护，那么河洛兰的语言当然也要受到保护。但是很多年以前呢、啊，第一次的台语，我讲这个台语，大概会有很多人认为它的定义是不恰当的，要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做什么？那个也是属于历史正义的一部分了、啊。台语要做认证的时候呢，在立法院就被国民党立法委员把他封杀。出面封杀的立法委员是台语讲得非常好的，这个也是属于历史正义的一部分。讲到这种历史争议啊，目前的学术界啊，对这些历史上的事件的了解其实都还很模糊啊。在很模糊的状态底下，学术的问题
转为政治的问题，今天是政治的问题转为法律的问题。当他法律的制定出来以后，他是有很明显的、很严格的有执行的力量，那最后会产生的纠纷会非常的多。学术的研究里面有两种，一种叫做以史代论，一种叫做以论代史。以史代论的意思是说，这个历史的研究做到相当的程度之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个叫以史代论，他找出一个结论出来。他的一个相反的做法叫做以论代史，在做研究之前就先定调，然后根据那个答案，大家去找材料、找证据来证明前面的那个假设是对的。所以一个是以史代论，一个是以论代史。今天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我个人的感觉啊，是以论代史的味道超过以史代论，它将来引发的争议一定会很多。减少这个争议比较好的，减少这个争议比较好的办法是，学术研究要加强。只有把这个问题厘清了，它的争议才会小。啊，那么争议的问题、共识的问题，如果用在这个选举上来解释，只要是51%的就是赢，那61%当然也是赢。但是拿到51%的选票的政党，他的执政就会引起很多的争议，这在过去历史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如果拿到的是61%的选票，那争议性大概就不见了，大家就可以接受了。所以一样叫做共识，不要在那种两边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之下贸然去做决定。那像这种共识的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大家慢慢去磨合。而这个问题是学术性的问题，不要急着把它变成政治问题，然后很快变成法律问题。这是我讲的第二点。我要讲的第三点是，台湾这个国家的性质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为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国家内的各民族应该是得到可以发展的空间。那么原住民族的发展当然是要受到保护。既然原住民族是台湾这个国家里面构成的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原住民族的发展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好，讲到原住民族的讨论，我们要问，我们争了半天在讲原住民族的历史争议，到底要争什么？背后应该只有两点，一个是要争取原住民族的尊严，另外一个是要争取原住民族的利益。如果从尊严的角度来讲，那个不是用法律可以定的，那是要靠社会的努力去取得的。那如果是要争取原住民族的利益，那我前面已经讲了，国家是有那个义务要来扶持原住民族的发展。所以原住民族的自治、原住民族的土地、原住民族的文化、原住民族的语言，本来就是政府应该做的，不必去涉及到政治的历史正义，自然政府就应该做这些事情。如果目的历史正义的目的只是未来争得这些利益，那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有没有历史正义，政府本来就应该做这些事。那现在所以会引起问题，应该是政府在原住民族的自治、土地、语言、文化的进展速度过慢，所以引起大家不满意。这个地方如果能够得到改善，这个历史正义的要求、历史正义的呼声应该它会下降。那么刚才这个波鸿明理事长讲一句话，语言都丢掉了，民族就没有了。现在大家争的重点是不是放在土地跟自治？但是原住民族的语言的流失啊，是大家有目共睹。大概几十年以后，语言消失了，原住民族也不见了。不见了以后呢，这些自治跟土地的争执大概就会变得没有意义了。所以哪一个重，哪一个轻，这个可能是大家应该去列入考虑的。那么接下来我的结论就是，民族的争议，包括原住民跟赫勒兰客家人、外省人，通通在里面。这种历史的争议是本来就应该受到重视的，但是在目前定的法案里面呢，转型正义跟历史正义
如果是脱钩处理的话，会比较漂亮，它也比较有可行。以上是我的意见，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邀请谢若然教授发言，谢谢。主席及各位 在位的先进大家好，我是谢若兰，我是来自台南的西拉雅族。那刚才有听到几位发言都有特别提到说语言死掉等等，那我要郑重的跟各位讲，西拉雅的语言并没有死掉，正在很积极的复振当中。那我自己在争取恢复这个一个被中华民国被剥夺的原住民族权利跟身份是我一个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虽然多数的人承认西拉雅族的历史跟当代的存在，但是呢都基于一个假设性的议题，就是说在资源排挤等等政治因素之下，以依法无法认定的话术来拖延我们的诉求的这个转型正义。那在此我要举一个很具体的例子，让各位知道蔡英文总统的2015年8月所公布的原住民族政策里面，他提到肯认平埔族群之历史地位，并积极制定法律政策以及归还完整身份的权利，抢救平埔族群的语言及文化，同时配合原住民族人口成长比例增加相关预算，以促进各族群间的共生共荣。我想在这样的一段说法里面，很清楚地涵盖了对于历史正义跟恢复权利的一种想象。不过到现在看起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缺乏了具体作为的一个操作。那在此我也想要借这个机会谴责，过去在这一段期间呢，有一堆跳出来，我感觉上是像跳梁小丑一样急着捍卫全面执政的执政党提出来的促转条例，然后呢认为只应该维持在国民党作为的这样子的一个转型正义。那我认为说，不管是我们用历史正义或是用转型正义来区分，实际上呢，我觉得最主要是要把原住民议题纳入，或者是说分开或是并成，我们都是可以在理论上面的讨论。但是绝对不应该将不同意见的人抹红抹蓝，然后呢试图去污名化好不容易我们超越了党派一起发生的原住民族的这种立委或是原住民团体站在一起。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缺乏族群正义观点的视野。那我想长期以来台湾一直是处于这样的状态。那接着我想针对今天的议题提纲提出一些几点基本的立场跟观点。第一个，我想我们面对的是垦殖政府对我们400年来的殖民且持续在殖民的一个状态。那我们要的一个正义是把属于我的还给我，我们要透过一个真相的调查，诚挚的针对造成的伤害提出实质的和解跟道歉的方式。那第二点是针对恢复权利的面向，我想这些必须建构在族群正义的视野上，这些包含了生存权以及平等权。我们会或许会以为生存权只是活着就好，但是对原住民族来说，文化的灭种就是一个对我们最大的一个生存的伤害。那这同时也是一般性公民权的面向。那同样的呢，很重要的是平等权利是要确保自觉权、文化权、认同权、财产权、赔偿权等等。很明显的，这些权利都在整个历史伤害中，我们受到了非常多的限制跟排除，那导致呢，我们现在的这些权利的面向发展是不完全的，所以很明显的，对于原住民族造成了非常多重的伤害。那第三点，我想我们要坚持的是一个实质的立法要有实质的调查权以及实质赔偿跟补偿的一个机制。战后的台湾国家对于原住民族的人权的侵害，其实真的是包山包海。现在的这个提出来的促转条例的草案呢，规划的事项除了
第二条所规定的开放政治档案啊，清除威权象征，保存不易遗址，平复司法不法，还原历史真相，并促进社会和解，处理不当党产等，其实这些面向都跟原住民相关的。因此呢，我们再来增列一个调查厘清灭威权统治时期加诸原住民族的国家暴力历史，对原住民族因而遭受的侵害的主权、土地、语言、文化等集体权利予以回复，或是不能回复的时候呢，给予适当的赔偿或者是补偿一项。其实这样的一个做法，应该是会积极的回应蔡英文总统他对于转型正义的政策主张做法。那接着呢，我想针对今天的第一场公听会的提纲哦，提出几个意见。第一个是有关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应该单独立法呢，还是要纳入一个促转条例一并规范？那我个人是比较倾向在现在的民进党的促转条例当中，透过增列纳入原住民族具体的处理，现有框架法中可以去追查清查不当作为的一个促转法哈，那这个应该是跟目前陈莹委员推出来的版本比较接近哈。那我的原因是因为呢，当大家一方面认为说原住民族的议题很重要，但是非常的复杂，那在复杂之下把它排除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以过去的经验，这些专法立下来的案，然后它就没有办法受到重视跟落实，也就是一个空的。那如果我们在现有的促转条例当中，也同时能够去纳入这样子的一个考虑，我想这是一个用族群主流化的一个概念来思考这样一个现有的框架的立法的草案。那我想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可以同时设置历史正义与权利回复法。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取代总统府他所预设置的一个真相和解调查委员会哈。那综合今天我们在手上看到的几个立委所提出来的版本哈，包括时代力量党团的版本包括郑天才委员、高金委员的等等的这些的版本哈，我想可以寻求一个共识，能够处理大家认为的历史正义哈，才有可能有一个机会和解。那我觉得这样才可以找到一个道歉的方式，进而修复历史创伤下的族群不平等的关系。那针对于说那时间点我们要如何规范如何延伸哈，我想从上面的一个概念来延伸哈，时间点的涵盖民进党的促转条例纳入原住民，那时间点是可以定在日治时代，或者是主要的去处理从1945年之后，那主要是处理可以找到该负责任的个人或单位，包含国民党直接从日本人接手掠夺，然后呢属于原住民的传统领域这一部分，那包含了在228的时候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为了以族群的这个自治而产生的一些迫害哈。那如果在历史正义跟权利回复法呢，我们则希望是从1624年来当一个起点来算起哈，厘清的真相必须要厘清，那同时建构真正的多元族群观。那我要再次强调哈，这不应该只是一个咨询性质哈，必须要有实质的调查权。那针对于推动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是否该设专责机关哈等等，我想如果为了不是要叠床架屋，原则上应该是在监察院比较好。那但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认为监察院好的效果有限，它都会无法去彰显我们所想要实施的这个监察权哈，然后去做调查。那但是呢，如果我们放在总统府底下，可能是具有一定的高度。那但是这样子的高度也可能会有一些权力然后位阶上面的问题，包括它的实质效力是不是有待商榷哈，沦为有名无实，那会变成一个咨询性质。这刚才施老师哈施正峰教授也提过，所以因此如果我们参考世界各国针对相关议题的处理呢，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立法的参考应该是由立法院来正式立法哈，那
那朝向一个独立机关的设立的方式哈。那至于要赔偿还是补偿，我想这一部分戴宝春教授已经提到哈。那这应该是用两者都兼有的一个 settlement 的概念来处理哈，再不再叙述哈。那我想值得说明的一点是哈，依据2016年总统大选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原住民族政策哈，他具体主张的第一项就是说，要代表原住民道歉，积极实行转型正义哈。所以转型正义是不是要纳入原住民？我想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哈。那至于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是不是应该对历代的统治者所掌控而加诸原住民的国家暴力历史，在进行梳理诠释、发现真相哈？我想这个是我们大家应该要能够。一起来共同负责的共享的一个历史正义哈，然后达到一个真相追寻族群承认然后和解的一个目的哈。那因为这样子再给我一分钟造成的土地语言文化这些呢应该一定要给予一个适当的赔偿哈。那今天呢有一群年轻人哈，他们为历史正义而走，已经是第四天，他们从海端乡出发，他们打算在8月1号之前走到总统府会籍。那今天早上10点，应该在立法院外面有另外一群朋友，正在因为上个礼拜通过的东海岸开发案请命。因为现在有许多的开发单位，他并没有正视现有的原基法上面所规范的权利，陆陆续续的一直在开发。上个礼拜我在太鲁阁族的智雅干部落参加部落会议。部落全数同意不再开采矿石，那他也希望能够获得原基法第21条的部落同意，但是相关部门直接说，因为呢原基法是在原有的这些开矿公司已经设立的时候，所以他们有权利续约，不需要经过原基法里面的21条的精神。昨天同时，芝雅干部落在听取另外一场矿产公司要开采。的一个环评前的说明会，我想这些通通一直是在说明说，原住民到现在都是一直持续的存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的是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各项权利都继续受到迫害剥夺的。那我们这中间看到的是原住民族对传统领域是安身立命的一个感觉，是维持人跟环境相互依赖的关系。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本家垦殖者。只是资源的掠夺哈，那这也说明我们在台湾民主转型或巩固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对中华民国政府继承、接受、收结而来的这个领土哈，强制的这个同化政策，对我们导致我们原住民族的身份的认同跟丧失哈，然后这些其实是让一个我们以人权立国。为原则的现代化民主国家是一个极大的讽刺跟笑话哈，所以最后要强调，一个没有原住民族的转型正义，不是真正要来处理转型正义。那我也想请在场的哈，尤美女委员跟陈曼丽委员哈，那刚才已经顾立雄委员已经走掉了哈，我想民进党提名的这些不分区委员哈，可以真正听到我们的声音哈，因为各位都是一向跟弱势站在一起的。来伸张正义、捍卫权利的，所以我们也希望你们不要再推回去给原住民民进党籍的原住民立委来做决策哈，因为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共同处理的转型正义所要面对的历史正义恢复的一项历史工业。谢谢。谢谢。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我们原来的开会时间早上是直到12点，那是现在我们还有2位的专家学者，所以我想我们会酌延这个早上的开会时间，啊，把这个公听会发言，所有需要发言的这个学者都让他们能够发言哈。接着我们邀请李隼成研究员发言。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有机会再跟大家来报告自己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看法。那我自己因为是在法国看书的关系，读书的关系，所以就把一些问题在法国所碰到原住民的转型正义问题提出来讨论。那么法国原住民当然很多，因为大家知道它是个殖民国家，
可是它上升到宪法层次来讨论的啊，就是新克里多尼亚，它是在澳洲东部外海的一个地方，那么也算是法国大洋洲属地。那么这个部分因为争执很激烈，曾经发生过武力的冲突，流血，所以上升到修宪的层次来解决。所以我把它先做个简单报告，再说明一下自己的立场，请看下一页，谢谢。所以他新克里多尼亚岛的转型正义啊，他是在1774年英国人就发现啊，法国人在1998年一项文告里面说从这个侵害从1774年就开始啊，可是他还是坚持说这个发现啊，这个探索是符合当时国际法的规定的，因为他一定要坚持他的这个统治的正当性。那么到1853年，他成为正式法国领土。1946年开始啊，他就成为法国的正式海外领地，也就是说他可以拿到法国国籍了。那大家会问他为什么拖那么久？因为1945年联合国成立啊，然后他有托管领事会来要托管一些地方。那么新克里多尼亚并没有放在所谓要托管独立的地方，但是因为回应这个政治压力，那法国赶快就成立了海外领地，让这些人拿到国籍啊。请看下一页。那这个争议很久以来就开始，那倒也不是说统独两派就一定是说留在法国境内的就一定是算是要照顾原住民权利更多一点，或是独立的就更独立的人的话就觉得说法国一旦独立啊，原住民就可以恢复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权利，倒也不见得，它是这个政治取向，双方都有很复杂的政治主张，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归类为一个是统派，一个是独派。那么在1987年，那当时的这个总理席哈克他推动了岛上公民投票啊，问说是否赞成独立。那结果可是他这个投票人啊很有争议，他说必须要先在岛上住满3年啊才能够拿有这个投票权。那独派人认为说你这三年之前你们已经有计划移入很多移民啊，所以这个投票本身就有问题，所以并不承认。那公投结果是51%的投票率啊，98%的人赞成留在法国，可是独派并不认同这个公投，空时双方就开始交火了。那最严重的一次，当然他的交火没有像说我们今天看到乌克兰啊，或是说叙利亚那么严重，但是都有陆陆续续都有一些部族间的交火，特别是跟法国警察当中的交火。那1988年这一次是最严重的，他是持续了快一个月啊，站在乌维亚这个岛呢，就发生在总统大选期间，那就发生独派武装团体劫持法国23名警察人质的事件，然后后来警察决定攻坚，请看下一页。攻坚之后导致19个武力劫持团体人死亡，那包括指挥官，包括今天来看应该是恐怖行动指挥官了，当时没有用这个词。那么法国警方4个人是死亡了。那结果密特朗当选总统之后赶快推动和解谈判，那么1988年6月26号在法国总理的主持之下就签订了马蒂农协议。那马蒂农协议就说我们往后推10年啊，在1998年啊，再来取呃再来呃呃这个举举呃再再来谈这、呃、这个著著名公投的问题。那么这个协议啊，在当年1988年11月6号，在法国全国举行的公民投票获得通过，因为大家都怕了，不想再继续打下去。那当然跟他1958年惨痛的阿尔及利亚那边脱离法国事件，经过10年的交火有密切的历史记忆关联。那么其实他这项公投赞成投票很低，37%而已，但是80%赞成这个1988年的马蒂农协议，请看下一页。那么这个马蒂农协议很有意思啊，它包括一项谅解，就对于当时发生这整个这事件啊，这个人是其实是发生死亡结果的行为人，不管是警察警察造成死亡，或者是说独派行为造成死亡，都不追究啊，都放弃追诉。这项协议当时并没有明文规定于当时的个人协议里面，这是反而是在快接近20年以后总理他在向访谈中无意偷间透露出来的。当时总理罗卡就说这个东西是绝对机密啊，不能让大家知道啊。可是我们就不再进行追诉，因为当时还发生过警察在整个判断事件判断平之后就拳打脚踢了，对那些受俘的人都拳打脚踢。那当时的交战的统独双派都默许了这个协议。虽然说我们在明白英文协议没有看得出来，但是在那个马蒂农协议上面有很长一段文字说双方经过非常艰难的谈判不断的磋商等等。那一般认为这段协议就是暗示着就是政府不再进行追诉的处理请看下一页，因为这是和解嘛请看那后来1998年5月5号，当时的总理约瑟曼就在推动。
那这个协议就是著名的努北亚协议，是1998年，它有附上很长很长的文字，讨论说数字1774年开始就要承认过去殖民带来的痛苦啊，而且他强调当地这个新克里多尼亚原住民卡纳克人的认同。那么他也在1998年7月20日进行修宪，把这个协议的地位啊放到宪法条文里头去。那当年的11月8日在当地进行新克里多尼亚岛进行公投，那么72%的投票率，72.8%赞成通过。那么这个协议目前就写在法国宪法里头，是很高的，是宪法位阶啊。请看下一页。那么这个协议之后，法国国内法做了很多具体的调整。那简单来讲，它法国分成两个公民身份，在努美亚就是在这个新克里多尼亚有两种公民身份，你可以选择登陆，一种是登陆是一般的法国公民身份，另外一种身份叫习惯身份，享受权利并不一样，大部分是像上次有些不一样啊。举例来说，就我们知道2013年5月，法国就修改民法承认了同性结婚的合法。可是你如果在新克里多尼亚登记的是习惯身份的话呢，你就不能够举行同性的结婚。因为按照他们当地的人的说法是说，新克里多尼亚卡纳克人的传统文化是拒绝同性结婚的，所以你如果一刚开始就登记成习惯身份，那你就不能够进行同性结婚。可是如果是进行是一般法国公民身份登记的话，当然就可以进行同性结婚啊，这是一个最显著的差别啊，其他差别还有很多，我就举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熟悉谈论的话题来说。那么，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当2013年法国民法修正的时候，当地的卡纳克人是举行相当示威了，就是说你通过这民法，这个条文同性结婚并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部落跟传统习惯法。那么再来一项，就是新克里多尼亚的议会可以通过地方就是法律，其实是条例啦。那么它可以直接升格成违宪审查的标的，跟中央法律的地位几乎是相同的。就是说，在努美亚协议签订之后，新克里多尼亚的地位获得非常大的提升，自治权有很大的提升。请看下一页。那如果这个它的土地很有意思啊，它土地分成两种，一个就是一般性的土地，一种叫做习惯土地。那一般土地就是按照一般的法国民法来交易买卖，那可是习惯土地又分成三种，那这种三种呢，基本上它现在是不能买卖了，只能够用租的。那的租约呢，跟一般土地又不一样，而且租约的条款必须依照当地法律的规定的项目呢来进行规范，所以说跟一般法国民法本土交易的不太一样。那这个习惯土地分成三种，一种是保留地，那另外一种是特殊地方法律团体可以承领的土地。这有点类似我们好像刚刚早上我们有先进老师提到的说部落工法人呐、啊。那么再来第三种是他特别成立一个发展局，叫做土地重整跟城乡发展局，要来调查他所调查管理的土地。那么其实法国开始领有新克里多尼亚已经是很多年啊、可是他们很奇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他到现在才会侵占这个土地呢？我也觉得有点不太清楚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过他的这段明文规定在1998年努美亚协议里面是写得很清楚的，土地必须这样做啊。请看下一页。那法国原住民的转型正义，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个要点了、啊。其实他们法国国内官方文书是没有使用转型正义的这个词的，我必须特别说，因为转型正义这个词在法国没有官方没有正式使用，但是我们看到他所作所为，其实都很类似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转型正义的概念。那么他的转型正义时代是溯及到殖民开始时代，也就是欧洲所说地理大发现。可是他的用的名词完全不一样，他是扭转了以往西欧单方面以来哈那个直线式的进行式的这种啊，比如说发现土地啦、啊，带来文明开化这种观念，他修改了。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有原住民，你怎么说是人家发现的呢？那人家发现表示这块土地上就不是人的嘛，所以他是扭转了这种观念啊、但是他还是留了一个尾巴，但也不是很完全，因为他还是承认了法国统治为前提的来定义。只是说他的论述却历史论述做了非常大的调整。那第二点就是法国这个就是新克里多尼亚转型正义得来不易啊，它是流血争取而来的，但是它也不是它是更重视于和解，它就放弃了对于流血那些人的事件的调查啊、特别是在我们刚刚讲到它这个乌维亚事件那个劫持，那是很就相当于恐怖攻击，那边都不追溯了。那么第三，它是拔到宪法位阶进行地方公投啊，先是全员公投投票，不过它的住民自决投票还是要延迟到2018年之前进行。那么
现在大家的法国舆论在讨论说会不会受到所谓脱欧公投的影响，那么或许说那边会独派会胜出，我们现在不晓得。对不起，最后几秒钟，就是说，那么我们就也可以看到，如果看到今天的观点来看，那么刚刚这个施正峰老师其他先生也都讲到了，如果说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要更久一点的话，那其实应该本条例应该是要溯及到更追溯到更久的地方啊，从那个这个航海大时期开始，就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转型正义放在那边。那再来是那我们看到法国用宪法位置这么高的位阶来规范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在宪法修征信条里面已经有规定。那么我们看好是不是趁这个时候，因为是宪法委托，国家有义务去充实这个宪法，所以利用这个机会，政治动能也很充足。那我们就带这个法律做一并的处理啊，做一个争议性的规定。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也在最后邀请林庸生研究员发言，他是代表青平台基金会。主席还有在座各位先进，有关于今天那个提纲的问题哈，我还是就第一个提纲，我还是认为两个会应该把它分开处理会比较好，但我不认为有谁应该前有谁应该后的问题。那既然促转法已经过，那我想说现在来处理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促进转型也没有也是正确的，但我也讲说，如果今天促进转型，它会变成一个有一个所谓的比较相关的 term， 它是一个比较相关的名词的话，那是因为大家惯用，而不是说它是法定用语。那我们看看，就说大约你看看那个联合国的文件或者什么，它指出来的是这七十年，我们讲说2004年，他指出来是这有关六十年来，所以他指的是我们讲说是从纳粹那个时候，纳粹德国那个时候，那后来呢，许多国家在进行转型正义的时候，大约你看中美洲国家，或者是说弗朗哥政权，或者是那个东欧的有关他们的转型正义的话。我们讲说那前提都是维持在一个国家同一性的这个角度上面，所以它只是一个被惯用，它不是一个所谓的法定用语。那之所以会把它，你说要讲原住民也叫转型正义，这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本来转型正义就不是法定用语，就好像在德国对转型也从来不用转型正义这个名称，他们都是用克服过去这个名称。所以我的看法是，我认为这两个应该要分开处理的原因是，他们两个处理的内涵是不一样的，但两个应该都要同时处理，因为有关于正义这件事情是不分任何事件，不分任何族群，不分任何的，我们讲说宗教，通通不会因此而有利益。那我的建议，就我本身我专业的建议是，我希望是原住民这个条例，它也能够采用一种框，就跟原来的那个促转会的条例一样，采用一种框架式的立法。框架式的立法是什么？其实当初促转条例之所以会采用框架式立法，它是在考虑说，因为要涉及的，你会修改的，你必须要促进的东西，你会牵涉到诸多法律的新的制定或者就有法律的修正，所以才会把它框架式立法，是说应该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你拿出一整套的所谓的转型正义，这样才能是一个完整配套的转型正义。那如果说只有单单一个，就说我们就好像我们不太赞成，就好像我本身我不太赞成不当党产处理条例这样，就是说光一个不当党产，你就在还没有考虑到跟其他的转型正义的东西一起考虑的时候，你就定出一个单法出来，这一定它里面会挂一漏万。所以如果单一个法律就去处理那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的话，或者我们讲历史正义的话，这样子我会觉得它仍旧会落入
就好像不当党产处理的条例一样，他一定会落入很多所谓的挂一漏万 的问题。我们讲说现在跟原住民法律相关的就有87条，你要修要废，甚至还要 新增的，那个我们可以用一个类似促转条例里面一样的，你用一个框架式的立法，框架式的立法里面你就可以全盘来检讨如何来处理原住民的历史正义的问题。那我们我也强调说，两个应该分别处理的是，他们两个处理的面向会不一样，绝对会不一样，因为你无法，我无法想象如何去跟西班牙人或者跟荷兰人追溯他的行责一样，就好像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后来有这转型正义这个名称之后，有哪一个转型正义，我们这样讲，有哪一个促进转型正义在进行转型正义的国家，它是在一个不同国家里面进行的，它都是一个政府在延续，国家有延续性，政府延续性，但国家一旦中断，就不可。我们通常说联合国后面讲的 这部分，就好像我们不会去清算，要不然大约你也没看到德国人在处理所谓的那个吉普赛人吧？那我们讲说，你当那个怎么讲？德国不会去处理吉普赛人一样，那我们讲说，我们大约也很难去追究荷兰人跟西班牙人的个人行责吧，因为很明显的转型正义，我们讲说它是整个国际法、国际刑法的后面所发展出来，它是个人责任的。那你如何去追究这些另外国家的个人他的法律责任？这在国际法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你把它送到什么？送到国际法庭去。那所以我会认为说，不应该不要就说，民进党也不要去那个所谓的落入那种阻挡原住民那个转型正义的让人家批评的地方，而是应该这个时候你也应该要全力去推动，而且应该是自己要提出自己的版本，然后里面应该照我的看法，应该是一种框架式的立法，因为这样才就是类似促转会的框架立法的形态，这样才能够比较周全性的来处理有关原住民的历史正义。那我再另外提一个，其实那个原住民的那个历史正义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处理，所以我们甚至必须要用更大的人力跟物力来处理。你光你我们想想看，很多人很喜欢提那个美加纽澳，但我是很狐疑啦，为什么2007年原住民权利宣言通过的时候，刚好这四个国家都反对？这是我最就是大家很喜欢提这四个国家的原住民转型正义，但刚好这四个国家都是那个时候的反对。我想他们的反对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做，他们一定我想他们是应该是有其他的考虑，或者是觉得这知识体大不是很简单的，我们立刻可以去执行的，或者是他还需要有一些，我们就刚刚好像有那个专家学者所提出来的，这些还必须要多加研究，所以我才说，我不认为说这些国家第一个值得拿出来作为什么伟大的例子。那呢，就说他是一出来是最反对的人。那后来了不起呢，我们讲说2009年陆克文才讲一个道歉，才跟澳洲的原住民族道歉。那结果呢，道完歉呢做了什么？我们知道这四个国家里面所有的对原住民的那些的补偿的或者是那些正义的都是怎么样，大家都觉得那其实都是做一半的，都是在做好看的。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台湾如果真正我希望
能够一个真正的框架式立法，然后把真正把它做好，台湾甚至可以成为全世界的典范，在原住民上面的对待原住民的那个历史正义上。所以我不认为应该，我想不是在这里，我只有认为是应该分开立法，但我不认为应该有什么先后之别。那既然现在那个促转条例先过了，那这个时候我想全力，我们用全力去审查这个原住民的转型正义，这理所当然，在我来看是理所当然。就是我们只要是有关于不正义的现象，我们都需要去扭转它。这是我基于我专业的意见，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请尤美女委员发言。主席，还有说在场的委员以及说列席的专家学者以及政府官员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聆听了一个早上呢，那首先要感谢我们今天的出席的专家学者，大家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哈，那这个给我们许多非常宝贵的意见。那这是呢几场这个公听会下来呢，我觉得说比较有收获的一场。那在这里呢，当然从今天大家所提的理念呢，对于就是原住民的这个转型正义，到底我们大家的何去何从，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立这个法？那当然今天听了也大部分的，我们也听到很多的声音，就是说他呢对于这个原住民他要处理的这个范围还有内涵其实是蛮广的，因此呢很多人是主张说应该是要单独立法。那对于单独立法呢，当然这里面也有学者提到，就是说首先应该要去定性啊，就是说你这个所谓对处理原住民的这个转型争议，那它的定性到底是什么？所以这里它只是处理一个比较低阶的地方上的这个土地的处理的问题，还是它应该是要拉高到这种所谓的政治实体对政治实体，或是国主对国主等等？那如果是到这么高的一个层次的话，那当然它的机关它可能就是应该要设在总统府里面一个独立的一个机关来处理。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那当然这个除了就是说好你设在总统府的一个独立机关去处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跟国之间的特殊的关系或是伙伴关系以外，另外当然还有一些层次的可能是属于比较这个实体的法律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也就是上一次本席呢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所提到的，在这个转型争议呢，就是说这个法律的之前，其实我们已经有原住民基本法，那到目前为止原基法已经通过那么久，其实都没有去落实。所以事实上呢，是可以在这个转型正义的这一块，在处理这个所谓的定性，然后处理这个国家这个专责机构，然后单独立法之前，其实现在就可以再去做的，就是说很多的法律的一个配合的修正，包括对原基法里面的规定。那但是我们目前呢很多的这些法律呢没有配合的，甚至呢很多的这些原住民的在目前的土地呢，然后都因为我们很多的法律把它列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变成原住民动辄得救，那很多变成是一个非法的，不管是他们的使用的这个土地的使用上面，然后都被划为这，比如说是这国家公园用地啊或什么等等，国家公园用地。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有些法呢，其实是现在就可以目前就可以去配合修正的。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是并行不悖的。那在这里呢，我们必须要再重申说，民进党一向呢是一直非常注重原住民的这些权利，所以对不管是原住民的这个名称的一个回复就是原来以前对原住民非常不礼貌的这些的用语，那这些呢不断的这样回复，或是原基法的制定等等，很多呢其实都是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慢慢的去把它做出来。所以在这里呢，就说民进党对原住民的权益绝对是重视的，那只是说在这个所谓的上一次在定说所谓转型促进转型争议的这个条例里面呢，因为在处理的是所谓的威权时期的从威权时代到民主时代，然后这里面所面对的不公不义要去处理的这些的议题，那个在限定的就是说这个国民政府呢从中国那到台湾，那在这个接管这个日本的这个所有这些财产之后，很多属于应该是属于中华民国的财产，应该是属于人民的财产。那因为党政不分的结果，造成这个党产国家的国产变成党产，党产变成人民的财产。
等等这些怎么样回归渔民，好，在处理这一块，那也在处理这些所谓的那些历史真相，好，这个所谓的政治档案的这个揭露，好，等等，那以及呢这些所谓的这个啊，对这些加害人，那不应整个一个转型正义，它不应该只有被害者，它应该要有加害者。那对这加害者的啊历史真相的一个揭露，以及对加害者的处置等等，那这部分怎么样真相？有了真相，你才有可能去啊这个啊去面对，然后去和解哈、啊。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其实在处理的。那所以我们主张说，那对于啊除了这个转型。对威权时代以外的这个牵涉到殖民时期的这些不公不义，那几百年的这个历史，那其实它是一个更宽、更广大、内涵更更包容更多的哈的这些的内容的东西呢，它其实是应该要单独立法。所以呢，这是民进党所主张的。所以呢，在这里重申，就是说，民进党呢，并没有说不去重视原住民的这样的一个权益哈。那今天再一次感谢各位专家学者，今天给我们很多宝贵的意见。所以我想，我们知道说，哦，怎么样再去定一个啊，单独定一个更完整的一个法律哈。谢谢。谢谢尤美丽委员。好。政府机关的代表，是不是有要回复的，或是要说明的，回应跟说明的？书面我们有行政院跟原住民族促进，这个原住民族委员会，哦，他们有书面的这个报告。那口头上有没有要回应的？好。没有的话，哈，那个原住民族委员会书面报告，哈，列入记录，啊，也都以及行政院的都会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哈。各位专家学者，有没有要做第二轮的发言？如果没有的话，好，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哈，就到这里，哈。啊，非常感谢大家所提供的意见。今天的发言到此告一段落，所有的发言及书面意见，哦，均会列入记录，刊登立法院的公报，并制作公听会报告，送交本院全体委员及本日初列席的人员做参考。本次公听会到此结束，谢谢各位在这里，现在散会，谢谢大家，谢谢。